大家好，早，现在本席宣布，今仔日会议正式开始。罗市长、市副李秘书长、台南各局处单位主管、新闻媒体所有好朋友，本会咱林志聪议员、陈义鼎议员、台南全体同仁、电视机前咱所有乡亲，大家好，今仔日是咱十二月初八日，星期四，也是台南市议会第二届第四次定期大会第28次会议。咱今仔日市府有两位咱的主管来请假，一位是咱主计处陈淑珠处长，由着咱的苏木胜专员代理。再来有咱都市发展局咱吴欣修局长，由着咱的副局长曾德牛副局长来代理。咱上午咱的议程是市政总咨询，由着咱的郭信良副议长、林志聪议员、陈义鼎议员三人联合咨询，共用时间吼150分钟。咱即马就来请到咱陈义珍议员首先来发言，陈议员请。感谢主席，咱赖清德市长以及咱所有吼市府以及主管，以及咱所有电视机头前咱市民头家，大家较早。今仔日是由着我，甲着咱郭信良副议长、林志聪议员吼，阮三个人诶市政联合总咨询，首先着由着我来开始吼。我想伫咱台南市吼，我认为会当伫即个所在骑脚踏车吼，是一个真幸福诶代志。尤其咱有真侪细条巷啊吼。我想透过骑脚踏车可以亲近这个巷弄的美好，因此这个公共自行车租赁系统吼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会当让咱的游客也是咱的市民吼，会当骑这个脚踏车在咱巷仔内底踅来踅去。首先，我想请问吼，我们的新闻处处长，我们台南的 T bike 是什么颜色？绿色、绿白、绿色哈。好，谢谢处长。我再请问一下卫生局林局长哈。我们的 T bike 什么颜色？我印象中上次骑有点黄哎、欸，黄有点黄，有绿白啊？绿白还是黄？我只去过现场一次啦，所以你就有点黄了哈。好，谢谢林局长哈，谢谢。我们即将高升哈，法制处肖处长怕未来没有办法跟你咨询对话哈，来处长，那那卡打掐，我们的 T bike 什么颜色？好像有一些，应该有点淡绿色吧。淡绿色了哈，好，谢谢，谢谢处长，谢谢。观光旅游局陈局王局长哈，不好意思，局长，那呢 T bike 上面写绿色啊，就是有一种黄绿色，对绿色黄绿色，对 T bike 是那台南只有一种 T bike 而已吗？观旅局其实有一个所谓的观光 T bike， 是针对观光的部分，就只有在两个点有，也是 T bike 嘛，也是叫 T bike 啦，我们叫观光 T bike， 然后交通局。刚刚上路的是台南 T bike， 是他们是正统 T bike， 正统 T bike， 所以你是我们是针对悠闲的休闲型的观光 T bike， 休闲的 T bike 哈。那我想这个是我们的观光 T bike 哈，这是红色。然后呢，到了白河后壁哈来看我们的 T bike 哈，还有银色，然后再加上呢我们刚刚上路的台南 T bike， 所以我们的 T bike 总共有三个颜色哈，这是都是我们在台南可以走找得到的自行车，找得到的这个公共自行车租赁系统。局长，我们这个观光 T bike 因为是首先上路的哈，上路多久了？从101年开始做第一次的设置，然后104年，去年也有再设置一处，所以是两处。两处，对，就是两个大的站点，当然有好几个站啦，就是两个区域应该这么说。今年。你说刚开始是在103年，什么时候？101年，101年开始就编了预算设置，就编了预算设置哈。但是正式推出，应该是在103年的时候哈，我们才有看到这个正式上路这个安平的这个观光 T bike。然后到目前为止，这个周转率怎么样？周转率平均起来大概是40%啦，因为有分假日跟平日，所以大概假日比较高，平日比较低。
大概四成，平均周转率，平均的周转率大概是0.4，对，四成，大概0.4。那局长，但是假日大概就是7-8，然后平常甚至掉到2-3，它大概是个平均值，大概四成，0.4，平均大概四成，平均一台车被每一天被使用率大概半次啦，哈，是。我想请问一下局长，好，那个我们这个后壁白河的站，你说是什么时候设立的？104年。104年。今年才正式上路，104年编的预算，104年开始建制，所以今年今年开始上路。是是。后壁白河有几个站？应该现在是四个点。四个还是五个点？还是五个点？局长搞不清楚。没有，因为他们会常常换位，他们有时候会换位，不是他们有时候会这里效益不好，他们就会转到一个效益比较好的地方，所以曾经中间换过。曾经中间换过，所以四个站还是五个站，局长也搞不大清楚。没有，我现在可以翻资料，等一下。现在是不好意思，现在是三座白河这一边三处。局长。你有没有亲自去这个地点看一看？有，走一走，每一个地点都去过，都去过，包括白河的那个糖厂里面也好，还有那个 Seven 的前面也好，还有在旁边另外在那个路口也好，我都亲自去看过。你都亲自去看过哈？是。到目前为止，不管是在我们的安平的T-Bike 的服务平台上面，或者是我们观光旅游局的官方网站上面，都是秀出来哈，就是有六个这些点。就是有六个，这个对我刚回答的是白河，还有安平，对对对，还有安平哈，总共有六个点，这六个站，那我想这几个站我都到现场去走一走，看一看哈。首先，我们到了这个安平树屋的这一站哈，我们可以看到，我想再跟局长哈回想一下哈，在去年的六月的时候哈，曾经我们的媒体有批评过说，其实我们这个 T-Bike 哈。大概使用率周转率很低哈，0.4，而且呢，在它刚营运的时候，大概只有安平树屋站跟安平小炮台站两站而已，所以对民众来讲，他可能要绕一大圈再回到原点来还车，导致对他们来讲这个很不方便，所以使用率一直不高。那当时我们就说哦，这个会增加一些地点哈，来让提升这个使用率哈。那我想到了今年哈，增加了五个站，包括在后壁白河。那我想先看看这个原来一开始设的安平站哈。我想我到了现场去，我们就看到说上面贴了一个公告，马上就要被 T-Bike 取代了。这也是当初社处的分工，就是在市区的部分会全部由 T-Bike 来设置，我们会全部撤到风景区内部去。好，局长，同时撤到风景区内部，对，我想这是一个方向封闭，但是我想是现在还在营运当中的这一些点。它还是我们观光 T-Bike 非常重要的一些营运的点，那也是我们必须要让它有好的效益，让民众能够更好的使用。所以我现在来一一跟局长，我们来看看这些点现在的状况，包括这个 T-Bike 这个是安平啦，它当去年开始就变成原来是还可以假地租以地还哈，那当时就被批评说，其实可以收窄就紧没啥方便，但是从去年开始，我们又变成只剩下这一个点。对，因为在地经营的自行车业者要求我们不要再多设点，因为他们有自行的民间经营的，那他们认为跟他们是有竞合、有竞争，所以我们就把那一点也再撤了。是为了跟地方有一个和谐，对，就是地方的经营者他们希望不要太多点，因此让它撤掉变成一个点，但是相对的来讲，安平也不大，我们的营运也要成本啊，但是我们却只剩下一个点，导致营运不好，这个使用率周转率0.4，它其实在假日是蛮好，因为我刚一直强调，只有假日是平均值，平均对，因为游客假日才会涌进来。我想好不好，数字会说话，0.4的周转率，局长会满意吗？没有，要跟议员报告，我们给的时候不够仔细，我们应该要分假日跟平日，是因为假日的部分其实它是可以接受的。那但是在平日的时候，当然是很低，因为一般的居民不会来借，那游客他一般的时间也比较不会到，会集中在假日过来了。是是是。好，那我们现在再来看另外一个点哈，我们再来到这个后壁小南海风景区普陀寺旁的这一站，就到了现场，我们看到电脑上面大大写着设备故障哈，暂停。那应该是那一天服务，应该是那个时候。应该是那个时候，因为他平常不会这样，因为我去的时候他也很确定是有 work 的。礼拜一甚至去骑车的时候也是 OK 的，也是 OK 哈。但是我想现场看起来是 OK， 所以还有电脑萤幕，我想这一站可能是可以恢复使用的啦。但是
到了现场就看到，因为也是在网络上找的嘛，就到了现场看到是暂停服务，这不应该这样。这个状况就让民众很傻眼哈，到现场根本没办法租车。另外，我们再来到白河运动公园站这一站，我想我到现场去看点纯细呆车哈，我许工啊，这可能周转率很好，车都被借光光哈，结果发现他电脑，我在那边拿着信用卡试来试去哈，这个电脑屏幕是完全故障的，完全不能使用。另外，看到旁边这一整排空着的脚踏车，它并不是被租走了哈，不是，其实都用这个胶带，这个孔都用胶带把它贴起来哈，造成原来这个站是完全根本无法使用的一个站。第一个两件事跟议员报，第一个它的车辆少，是因为我们的确是在这白河后壁这几个站里面做调度，它越常被使用的，我们放的车越多。这个站是这里面，它跟糖厂这两个站都是最偏僻的，所以他们两个车辆都非常的少。第二个，议员提到的故障一样，我们立刻查，因为它不可以故障。它不可以故障，它连电脑萤幕都没有。所以这个连写故障都没有，完全连电脑萤幕都没有。接下来我们看到有民众在我们观光 T-Bike 的服务平台上面留言，他说怎么突然又有一个白河运动公园站呢？这是在四月份的留言，他说这个白河运动公园站整修完会开放，这是四月份的留言，到现在还是这种状况。我想请问局长，这个站到底有没有正式营运开放过？他应该要营运开放，他应该营运开，也应该有曾经正常过，但是我想这个站开始没几个月的时间，四月份就说在维修吼，但是到现在我去看礼拜一的时间，我去看，这个电脑整个就是一片看起来像废墟，只剩下四台孤零零的脚踏车在那边吼，电脑也不能使用，现场环境也实在不是太好吼，所以我想局长这一站到底又出了什么问题吼？接下来我们再来到了。刚才局长也提到很偏，也蛮偏僻的乌树林文化园区站，都牵涉到它的量体比较大，停车量体比较大，现场大概就10台，对，十台，现场大概十台车，电脑放得下，电脑这次的电脑可以正常使用，这一站终于电脑是正常的，那我就去给他点进去一看吼，点进电脑一看，发现说这个有点不清楚吼，啊，这荧幕上面的人就是我吼，点进去一看，发现其实上面居然只有5个站，他们上面显示说可以租车的车位资讯里面，根本就已经把白河运动公园这一站拿掉，所以到底这一站是从来都不存在过还是怎么样？但是我们在我们不管是我们的脸书的平台，或者是我们观光旅游局网站，都大大的秀出有这5个站，后壁白河就是有这5个站，结果现场居然是这种状况，就是有问题。我想是非常非常的离谱哈。我想有很多的民众，他就是看着我们的脸书服务的平台，亦或是观光网站、官方网站，到了这个地方想要来租车，想要骑脚踏车去绿色隧道，去走访莲子的故乡，结果去现场无法度租车。我想这是会完全影响他们对于行程的安排。另外，他也很有可能，我在白河借了，结果我想要骑去后壁那个地方还，结果可能骑到小南海普陀寺那边，糟糕了，没法度行车。我想这个都会让民众很难接受哈。局长，我想这个营运是出了非常非常大的问题哈，这个一定要好好的检讨改进。尤其去年您说的101年上路哈，到今年才开始增加了后壁白河这几个站。才这几个月的时间，就有一站是没有办法使用，一站是暂停服务，一站有一半的车不知道跑去哪里吼。我们会觉得这个观光 T-Bike 好像变成是两光 T-Bike 吼，没有办法真的行销台南，帮助台南的观光吼，还让民众可能市民或者民众来到台南骑着这个脚踏车印象变得非常不好哦。局长，这个部分我们要怎么检讨改进？我们立刻改，一个礼拜内给议员回复，一定改进，因为两个地方不应该电脑故障。我们到底这个观光 T-Bike 会不会？那我们去的时候，会不会再增加？会不会再增加新的站？
目前因为由 T-Bike 来统筹全市的规划，所以目前观光 T-Bike 没有新的点在增加中。那唯一的就是只有地点的转换，因为安平的这个观光 T-Bike 如果真正的全市型的 T-Bike 进驻以后，安平的这个 T-Bike 也会移点移到非市区的部分。也会移动啦，哈。对，所以我们之后会来检讨这些点。会。但是我想，正在营运当中的点，它一定要是正常可以营运的。而且，如果说它是暂停服务，它是无法使用的，务必要在我们的官方网站，要在我们的服务平台上面提醒民众，不要让他们到了现场去扑空。我想，这个对民众来讲是非常非常的扫兴，所以我想局长这个部分我们回去一定要好好检讨这个营运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才几个月的时间，结果这些观光 T-Bike 就看起来很两光，所以我想这个局长回去一定要好好的检讨，谢谢局长，谢谢。接下来刚才我们有提到未来我们这个台南 T-Bike 正式上路，交通局局长，8月8号，我们的台南 T-Bike 正式来上路哈。是。我也到了现场去看了，设备新颖，感觉环境是真的蛮好的哈，让民众可以在现在是设在仁德，现在是设在南科园区跟奇美园区哈。我想到了那个地方，民众可以去走访，顺便玩一玩附近哈，我想是非常非常的方便。那现在8月8号启用到现在，周转率平均周转率是多少？我们这个上个月的平均周转率大概是1.59。1.59，对，每个月都增加了，对。1.5哈，比观光 T-Bike 还好哈，周转率好一些。那局长，这个周转率满意吗？当然还要再多一点，还要希望再进步嘛。目标周转率是多少？我想我们可以应该达到3呐。三的话，对，目标周转率是3哈。就让我们来看看，说我们全国哈，包括这些U bike、I bike、P bike、City bike 所有的周转率里面来看哈，我们台南以上个月最高的1.59的周转率来看，还是全国的最后一名哈。我们包括看到桃园其实可以到达15.39转哈，结果台南的 T bike 只有1.59转。这种全国最后一名的周转率，未来我们要怎么改进？我想，因为我们现在只有两个站，只有两个区10个站嘛。是。所以因为现在比较不够数量，站台数量不够。是。那这个周转率要提高，大概有3个原因：第一个要站台要密集。嗯。第二个就是刚刚议员有谈到的，要假租以还。是。啊，让它方便嘛。方便使用。如果今天我假租假还的话，它的周转率不会高了。是。那第三个，租借要非常的方便。对。也就是说，我们的借车、租车，我们现在是1、2、3租车很快，我想议员应该也试过了。是。还蛮方便的。那我们现在要努力的，就是要把我们的站点要扩充。是。所以我们在第二期，我们现在一共10个站，第二期我们有40个站，现在正在建制。对。如果这个站点再扩充到建制到很方便，那我想我们的周转率应该很快就会提升起来。40站要建制到哪里？未来这是40站。对，就是过去的台南6区了。台南的6区哈，有分个类别吧？我们大概就是这个6个区。6个区。对，就是这个6个区，大概就是安平区都会有了，6个区都会有。其实是有分类别啦，局长，我给你提醒一下，我给你调资料，其实是有4个大方面，包括交通场站、火车站、火车前后站、兵配场、停车场、民生公六、观光景点、文学馆、孔庙园区、安平商圈、海安跟成大，这是我们选择站点的可能的一个原则。大概 这几个4大方向要增设40站，其中我们看到了安平，未来我们的 T-Bike 也要进到安平。是。那对民众来讲，我们就很担心他未来观光 T-Bike 也在，台南 T-Bike 也在，他骑着台南 T-Bike 看到观光 T-Bike 的站没办法还车，或者是骑着观光 T-Bike 看到台南 T-Bike 的站没有办法还车，对民众来讲，他根本搞不清楚说怎么一个城市会有2种 T-Bike。 这个我们跟管理局有协议了，有协议。当我们的这个 T-Bike 进驻甘平之后，
他们那个站会撤走。会撤走哈。是。我想现在就已经发生民众其实搞不清楚的状况哈。这个留言哈，我们看到这个留言其实是民众在观光 T-Bike 的服务平台上的留言，他就说观光 T-Bike 跟一般 T-Bike 有什么不同？为什么观光 T-Bike 在 T-Bike 的官网查不到资料？或者是他说南科社区中心骑 T-Bike 到 Park 17商场很方便，可以再增加南科健康生活馆设一站吗？我想他这一段就是在讲台南 T-Bike， 结果他留言留到了观光 T-Bike 的站里面去，所以对民众来讲。对民众来讲，他根本搞不清楚，他也不晓得说哪全国也没有其他城市有两种 T bike 啊。我们是全国唯一一市有两个 T bike 哈。我们未来到底是要整合系统，还是要维持这样的双轨继续进行下去？局长，我们要怎么处理？跟议员报告，就是因为我们台南的服务员比较大了，是。那我们初期我们现在只有50个站，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扩充到太大的服务员。是。啊，所以在可见的未来了哈。就短期的这未来，我们还是维持双轨了。那这两个不同的短期，所以未来会整合是短期还是双轨，还是会一直维持双轨？我讲这可见的未来，我们还是维持双轨。那等到我们未来我们的整个 T bike， 如果说我们评估起来有增加的必要，有再扩充的必要，可以扩到全整个大台南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再来做整合，对。那时候来得及吗？我想我们这个两种不同的系统，为什么不要在上路的时候就做一个整合来处理？考量为什么一定要维持这种双轨的状况？因为我们考量到我们这个整个的是裁员啊，对，所以安平这一站，而且台南的服务员是比较大，服务员大，现在很多服务员大也没有高雄大，高雄也没有两种 T bike， 它都只有在市中心呢、啊，是，很多都市都是这样，是我们把它做一个分野。对，我们把它做一个分，因为还是有需求。是。那台南很多这个乡村，那很多很好的景点，像比如说刚刚谈到的白河啦、后壁啦，他们还是有这个需求。是。那这部分呢，我们就是以这个观光的方向去规划，来服务。是。我想我们短期还是会维持这样子双轨的状态。短期会维持双轨，但未来的方向希望是整合。我想长期来说，我们还是长期希望整合，只有一个系统。希望能够整合了。那未来安平这一站。明年交通局的台南 T-Bike 上路，到了安平之后，观光 T-Bike 就撤掉吗？对，他们不会同时出现在安平。不会，不会啦，哈。不会，是。所以明年开始，台南 T-Bike 进到安平，然后观光 T-Bike 就会退到风景区去。是。那我想本席在这边，我要建议交通局跟观光旅游局，哈，现在你们对于 T-Bike 都是各吹各的调，哈。观光旅游局的网站只看得到自己的 T-Bike。交通局的 T-Bike 也只有自己的台南 T-Bike， 我想这都是台南市的 T-Bike， 对民众来讲，他要很清楚知道说我在这里可以接到什么样的 T-Bike， 然后在观光风景区后壁白河是观光 T-Bike， 我想这个部分这个资讯，不管是在我们台南 T-Bike 或者是观光 T-Bike 的网站，或者是要一起共筑一个平台，让民众能够清楚的知道我租的 T-Bike 的状况而会遇到的问题，我想这个要很清楚的标示出来，不然我想对民众来讲，来到台南，他就是要来骑自行车游玩哈，但是他可能如果让他一下遇到观光 T bike， 一下遇到台南 T bike， 我想一买不傻傻搞不清楚，所以我想未来以整合方向去规划，但是现在维持双轨的情形之下，一定要在我们相关资讯上标示清楚。让民众很清楚的知道哪里是台南 T bike， 哪里有观光 T bike， 两个系统却虽然不相容，但是他们地区未来会不一样，所以可能会遇到冲突的情形比较小，但是也不可避免有些民众他可能从市区想一路骑到白河啊，那他可能就遇到没有办法还车的状况。其实不鼓励了，其实不鼓励。不鼓励了，但是我想要让民众清楚。长途啦，也是短程比较适合在市区运输哈，所以我想未来这个相关的资讯，我们一定要标示的非常的清楚，让民众来台南能够很开心、很顺利的骑着他的公共自行车租赁系统 T bike 到处去游玩哈。也请局长，我们的观光旅游局局长跟我们的交通局局长哈，要做这个整合的动作哈。我想议员这个建议很好了，那我们会跟观旅局一起来努力。
我想至少在资讯上先整合。资讯很重要，资讯要先整合，让民众不要误导民众，不要在网站上就误导民众，我想这个很重要。请两位局长这部分的资讯要再加强。好，谢谢。谢谢哈。啊，今日我和迄个郭信良副议长吼，啊，了陈以真陈议员吼，阮联合质询啦吼，啊，150分钟吼，阮时间哦无要休困，吼，啊，咱遮个官员吼，若要方便的马紧吼，若要方便的马紧吼，啊，首先啦吼，嘛啊市长啦吼，每一次的质询啦吼，我感觉吼，阮遮议员咧建议的时阵，你加减啦，有咧做啦，有咧做安尼啦吼，但是吼，看到咱台湾的政大啦吼，啊，咱小英总统。上任嘛，将近要到7个月啦吼，将近要到7个月，而且一寡政策的推动啦吼，大方向啊，国家的政策的推动的时阵，加加减减嘛吼，拢会影响到咱县市政府啦吼，推动咱的市政安尼啦吼。啊，其实咱已经合并啦吼，合并已经将近要到6栋啊吼，即6栋的时阵吼，我有一个思考啦吼，咱台南市37区啦吼，即37区。哦，咱188万的人口，有可能啦，咱37区有加一个淡薄啊啦，吼，有加一个淡薄，平均测啦，吼，37区，吼，平均测一区啦，差不多5万人啦，吼，5万人。但是以目前啦，伫咱，吼，那10几年前迄阵阵啦，吼，咱区域，吼，当开始吼调整的时阵，有可能啦，咱台湾的人口，吼，咱台湾人口可能差不多，包括吼。哦，按中国过啊，遮吼可能头600-700万人的人口，但是咱正是成长啦吼，成长到正是将近吼2300万的人口。啊，但是咱的区域完整吼，几乎啦吼，几乎啦吼，区啦过去，阮台南县是乡镇市嘛，吼31乡镇市到正是几乎嘛无调整，吼啊保持到正是的31区。啊，原有的台南市啦吼，我细汉的时阵应该是有中区有西区啦。到尾合并了，变中西区啊！我印象当中是安尼啦，吼啊，所以吼做一部分的处理。但是看到过去啦，吼日本啦，吼日本的发展啦，吼日本吼降息啦，吼少子化真严重啦，吼少子化真严重。过去有阵时啊，甲发展的城市，伊的人口可能15万人、12万人，甚至较少有10万人。但是少子化了后，对不对？吼，我昨看到一个报道，吼。某一个日本的即什么城市，我唔知影，嘛是算一个观光的城市。过去是12万人，到今年剩1万人，到今年剩1万人。啊，市长的薪水啦吼，市长的薪水对不对吼？因为无税收、无收入，市长的薪水讲吼，一个月日币25万啦，吼日币25万。我相信啦，日币25万的时阵，伫日本吼，日本吼要来。维持一个家庭无简单，无好维持，甚至即个市长的太太，伊就要去外口打工，才有法度吼来维持即个家庭吼上界基本的生活的水准安尼啦吼。啊，所以吼，我感觉啦吼，咱台南市合并六栋来，即37区啦，市长吼，你会当思考看卖吼，在你会当做到后手吼2栋来。哦，顶会期啦吼，我来讲吼，咱的市政吼中心你有去推动，但是咱的区里调整，咱也如果会当做适当的调整，我相信啊，对着吼咱未来大台南市的进步会得较紧。我相信啊，若看会到吼37区的区长啊，大部分啊几乎啦，吼上近较好记，都拢差不多点住安尼啦吼，走去摊头安尼尔。我事实。37区内底有较济，吼，比如我讲人口上济，就是永康嘛，吼，永康头23万几，吼，啊来就是咱的安南区19万外，来就是咱的东区，吼，18万几啦，吼，18万8、18万7，啊上济的吼，就是阮三乡，吼，倒数第三名，吼，7000几个人口，来就是咱的左镇，吼，4900几个，上济。就是咱的量价，吼，咱的量价了差不多4100。我相信啦，吼，每一个吼上在基层的吼，咱的区公所，这员工啦，吼，这员工都真打拼，嘛真辛苦。但是吼，咱同酬不同工啦，有当时啊吼，伫咱哦永光区吼，比如讲吼，咱永光区
吼，遮个职员啊，吼，如果吼伊伫遐上班，可能吼职员数吼人数较侪，伊分摊个工课吼，可但是人卡嘛较侪，分摊个工课可能嘛较侪。哦，啊，伫咱吼娘家啦，比如讲娘家人口数上少，吼、哦、啊，伫公所迄服务个，可能一工嘛无足侪代志通好做安尼啦，吼、哦，比如讲边边吼一寡吼、哦、业务上，可能吼因讲吼遮个员工吼。哦有公所遮个员工，可能一天分配工作差不多八件十件，但是来到吼咱人口数较少个区公所，遮个职员啊，可能每一天所个工作，单一件、两件、三件。所以，但是咱每一区区公所遮个职员无较少哦，无较少，有可能吼咱量件嘛保持四五十个，哦，咱因讲较侪淡薄啊，吼、哦，可能会伊个职员八到十个。但相对的，伊爱服务的吼、哦，所有的遮个市民，每一个人是无平等的，无平等的。啊，而且将士啦，一定二十一世纪啊啦。我昨嘛看一个报道啦，未来吼、哦，所有的主管唔免人诶，用机器人就当来做主管啦咧。时代已经进步到安尼啦，科技嘛非常的进步啦。啊，所以吼、哦，我是拜托市长，咱适当的讨论，吼、哦、讨论，包括咱行政中心伫倒个时阵。全部咱做一下讨论，37区一定爱来做调整，包括咱的里啦吼，包括咱的里，哦，咱的里嘛是爱来调整，咱的里有752里啦，上界大里的一里万几个人啦，上界少里的一里，哦，一里可能400-500个人啦，哦啊，过去啦吼，过去我讲吼，乡镇市的时阵，里长，咱讲伊无统筹分配权的，伊无法度地方建设的，市长你上任了对不对？每一里弄130,000啦，吼，30,000资本额，哦，啊，100,000是做咱一般吼生活伦理吼，才会建设。有里长有130,000，但是万几个里长嘛130,000，几百个的里长嘛130,000，讲起来嘛足公平，但是事实无公平啦。哦，你万几个你里长做里长，伊一个人的里面会当分配他13块啦，吼、哦，13块。你若500个人吼，一个人分配会当分配吼200几块，讲的公平嘛是无公平啦。事实对你每一里的里长足公平，但是吼对咱的市民嘛无一定来公平。所以吼，这区里吼一定爱来调整，吼一定爱来调整。而且吼，我请来民政局长陈宗彦，哎，你主管的，你感觉有需要无啦？无啊，针对咱台南市37区752的里啦吼啊。我想咱大概拢有即个共识，咱的行政区是啊，必然爱未来爱去做一个调整，爱做精兵吼。啊，同款我嘛爱予议员了解，讲因为啊，就区的部分的行政区的调整啊，爱即个行政区的划分法通过了后，咱才有法度来做办理。因为这件哦，这个部分吼，所以地方自治法的规定，方向我相信区里若要调整，只要咱市政府。那方案切出来，办法切出来，上来议会通过就 OK 啊。不，区的部分未动啊，区的部分没有。区的部分，里甲邻的部分 OK， 无问题。里甲邻的部分，咱即摆已经开始啊进入啊去做啊研究的方的阶段。里的部分，里的部分，但是区的部分一定爱行政区的划分法通过。哎呀，中央一直无划法，咱就一定无法。是，这个部分已经拢一再拢确定过。但是要、哦、局长，咱会按先初步先计划。有这个部分，我嘛已经开始去按去年开始，我已经就区的部分开始去做研究，已经有进行初步的基本的这个条件，各种的基本资料，我拢已经开始去做研究，啊，来面对未来。会当啊，行政区可以划分法通过了后，咱来处理，随个咱开始来。哦，当安尼啦，吼，好好，谢谢吼。诶，安尼，迄个市长吼，咱倒来咱局长吼讲的吼，你应该是会认同吧？吼，诶，迄个感谢林议员吼，你的咨询真宝贵，因为咱即摆关系合并嘛，哦啊，所以区啦、里啦、邻啦，哦，甚至搭配未来的县市政中心，要哪让咱整个台南市吼靠效率啦。哦啊，服务买单提悬，我想民政局会朝这个方向来研究。哦，感谢林议员。还有市长请坐啦。哦，啊，都暂时我来讲到市长啦。吼，其实我伫地方咧行啦，吼，咧走啦，吼，嘛有人咧讲啦，市长嘛无一定爱做市长。林刚后尾个机会时阵，会当来做行政院长，吼，做啥物中央个官员。
哦，这市长是咱服务咱台南市人吼，啊，我相信啦吼，咱台南市人吼，拢寄望啦，寄望咱未来吼，咱赖市长啊，你未来选择吼是要选定哪？我相信台南市民都会尊重你的选择，嘛会支持你的选择啦吼。我是希望讲吼，未来啊，如果啦吼，咱赖市长吼会当将中央服务的时阵，还是做服务的时阵，如果有迄个机会啦吼，有迄个机会。我本身我是家己感觉吼，咱台南市的议员吼，57席啦吼，啊，前几工啊有可能啊吼，等咱若平埔族吼啊通过，可能就都加一席，变58席啦吼，58席。但是会让随着咱人口的成长，吼，咱的议员的席数可能会增加，啊，但是咱人口也减，咱议员的席数嘛是会减啦吼。诶，照咱人口的比率吼，咱到迄个议员数安尼啦。啊，当初我还未质询的时阵哦，咱民政局长有甲我讲啦吼，甲我讲吼，过去啦吼，伫咱费省的时阵啦吼，咱台湾省议员啦吼，应该是50-60个啦吼，50-60个省议员。啊，为着费省的时阵对不对吼？啊，咱另外伊吼，咧甲遮省议员吼的数字加上官员，那像160几席，加起来比。225席的款，迄当时哈吼，咱另外伊拄啊225啦，啊，但是降时啦吼，降时吼，咱事实吼，咱的另外伊113席啦吼，113席。啊，过去啦吼，伫咱迄个台南也未合并进前啦吼，台南县的议员是差不多50席啦，啊，台南市的议员是差不多44席，合并了后，对不对？拢总啊，包括咱的山地原住民吼，啊，咧平地原住民。啊，区域55，加起来都要57啦。我是感觉啦吼，最近啦吼，咱议会倒不是伫遐清点啦吼，啊嘛清点真严重啦，吼啊已经清点12遍啦吼，12遍啊13遍安尼啦。我是感觉讲，如果啦吼，百姓吼嘛会想啦，百姓嘛会想，议员敢有需要遮济啦吼？议员敢有需要遮济？啊，我嘛唔知到底有需要偌济，因为我唔是这方面的专家啦。不是这方面的专家，嘛有人来讲，未来的立法院啊，可能啦吼，可能吼按113席会适当的增加啦吼，哦，适当的增加，啊，要增加到偌济，我嘛无清楚啦吼。但是，那以台南市我来看啦吼，因为台南市来看，拢总有16个选区啦，吼啊，老的一选区选一个，嘛有一选区选两个，啊，伫咱两年前啦吼，两年前选市议员的时阵，咱台南市破一个吼台湾纪录。既然有两个选区啦，伊阿市个选区啦，吼，会同额竞选啦，这是破台湾的记录呢，吼，这对着咱台湾民主的进步、正当政治的发展，这是唔好的，你安怎？啊，一个国民党，一个民进党，啊，合理合说，啊，总提名一个，啊，两个拢掉，啊，剩个人唔敢选，这对着吼台湾的民主政治发展嘛唔好啦。所以吼，我是一个建议啦吼，如果市长啦吼，议员要减半嘛，是市长的职权。我是建议讲，市长以后你有机会啦吼，你去到中央服务的时阵，会当来做一个吼适当的建议安尼，包括议员的选区啦。我相信议员的选区对不对？最起码那一降时吼，咱卖讲一个议员的选区吼，选10个、8个啦，咱来适当的选4个、5个吼，差不多安尼的数字。啊，每一区拢做平均的时阵，啊，包括议员减半。哦，也是安怎吼？啊，所谓选区做一个吼讨论，哦，啊，无你像我讲的，像迄个玉井选区选一个尔，哦，选一个真正伊有法度去代表所谓民意，嘛无可能嘛。啊，你过去我讲的吼，中西区也好，安平区也好，选2席的议员，结果国民党提名一个，民进党提名一个，啊，两个都1-1，啊，两个拢当选安尼。啊，算统合竞选，迄嘛破咱台湾的记录啊，地方选举的记录安尼啊。啊，就这点啊，我请教市长，咱来做一个回应未？好，迄个多谢林议员吼。其实选区每一个议员选区的席次，咱现主席都会当来调整啊。但是迄都爱含议会大家过来讨论。若准讲有法度通伫第三届议员选举的时阵，都会当来解决这个代志。我想这嘛是一个好代志。我个人是赞成调整的，吼，迄选一席两席伤少啦。我嘛真同意讲吼，统合竞选这毋是一个好现象啦。啊，若准讲有机会经过制度的这个改变，吼，也是选区的调整，啊，吼，较侪民意有机会来投入，吼，来做选择，我感觉这是好代志。嘿，多谢林议员。啊嘛，拜托市长啦吼，未来啦，如果有机会啦，你咪中央嘛建言一个啦吼。好，谢谢，谢谢，谢谢。
迄、那个管治阿兵，阿进已经六冬啊，已经过几工啊，就迈入第七年。啊，第七年了，我发觉到有部分的问题，可能爱提起来讨论一下，提起来讨论，提起来检讨一下。比如安那，好，咱进来底，管治阿兵刚进来，叫他坐当。那么我们的行政区域已经合并这么久了。那个在咱台南市，那整个大台南起来，路名重复的上界多，应该是中山路。中山路内底，总共咱来台南市有19条中山路是共名。来，我咧看到中正路，中正路有15条，伫国区内底。啊，这么侪条的路，而且正重复所有的路全。大台南平了，迄、那个局长、民政局长，有几条路名是重复的？啊，即、這个阮是第一档的时阵，咱就合并新街村，个全面拢做过啊盘点啊吼，所以啊，全市三十七区啊有路名同款的部分，阮拢有做一个完整的调查。啊，这详细数据我等下爱看。181条，差不多是即个。还、啊、有181条的路名重复，甲进。拢无处理，哇！这个部分，啊，你有开过会无？哇！这个我甲国府议长说明啦吼，因为这案第一档，我想这每一档拢有议员去关心这个议题啦。啊，因为咱啊过去咱这些这个组织的时阵，就还袂合并升格，咱可能无习惯头前加区啦。但是这个现象其实不只是咱台南市合并升格有这个问题，就算是台北市。其实伊原地是伫学区内底，嘛是同款会有即款的状况啦吼。有啊。但是，所以伊是写主计的时阵啊，会养成习惯，头前一定会加区，会当分区啦吼。这是第一项，我爱和啊国务院长了解吼。第二个是讲，咱是针对37区啊这种重复的路名的部分，其实为着、因为每一个工地，这个路名做一个调整。所产生对民众的这个影响非常的大，所以有甲过去这几冬拢有甲议会说明讲，咱这个部分会考虑到是一本，因为包括行政区你也要做调整，路名你也要做调整。如果咱进顶档路名，安尼民众的身份证顶管所有相关的资料，甲伊有关的资料，伊全部拢爱改。包括伊所顶当的，包括所谓校单啦吼，包括银行的所谓资料。你这讲是你个人的进入呀？这不只是政府的成本，包括个人的成本拢会增加。所以咱当初的考量，咱拢已经做全面的盘点过了。咱考量是啊，未来是。你这种想法是唔对的啦。在行政区做调整的时阵。再较来做一遍，做完整的考量来做一个做一遍的处理啦。六档啊呢？啊，六档你目前有啥个规划啊？就你当奈比如台北市啊，啊人台中嘞，高雄嘞，你既然比较，你也比较这啊，人台中怎哪做？嘛是阿边啊，台中关台中市啊，做啊。高雄呢？高雄高你无做，上个起码伊嘛变成客家专家了的。咱国语讲我们的区域调整了以后。咱未来要应用上介少的，要用历史保存着伊的路名的，为倒搭落应用上少的，上个起码伊嘛开叫啊，做怎开过位啊？台中搁较先进，台中已经将所有合并了，该会当应用上少，已经一当拢编入金额，一区已经咧换，门户牌拢换，但独独咱台南市，但来用讲的尔，连做都无做啊！好，啊无上个起码，你一条路。足济个名，你嘛爱修正。当一个海岸路内底，海岸路头来经过着下林路，啊后壁还佫另外一条，当一条路长落了三个路名。啊嘛有一个路名内底几落条，哪有即落？佮进第六档啊呢？你毋是今仔当就起来人佮做遮尔呢？你绝对嘛做足久啊呢？爱好国务院长了解啦吼，你拄只讲个，讲一路。啊，一名在多个行政区，或还是一条路有无同款的名，拢唔是今仔较存在，嘛唔是因为合并较存在，全部专区啦吼，安尼的进行盘点过，总共
嘛不是你拄只讲的八百啊。啊，你就是讲你就是讲九百六十七条，要继续个行了吗？免改。我要和议会了解。助理不是，咱即摆即讲改变这路名，讲起来拢真简单啦。但是事实上，影响不是讲咱，不是咱一家，咱一家去改，个当话完成，因为这牵涉的是所有民众因相关的权利啊。你这的问题，那像你讲这有责任，我当然卖做就好啊。嘛，不是讲卖做。对啊，啊，既然爱做，所以我都讲，都讲，所以我都讲，我甲贵妇议长你说明，因为这个议题，我相信你嘛不是今仔第一遍问，因为你过去嘛捌问过嘛。啊，问就是无做，我可以提起来啊。所以我要甲你说明。就是因为你拢无做啊，过去嘛甲你说明啊。因为咱要去做这路名的调整，未来咱行政区嘛去做调整，所以咱做一遍来做处理，安尼对民众的影响，咱对民众的影响较少。啊啦，安尼了就等一斤蛋已经六担啊，人一世人够有几个六担啦，我嘿啊！这对整个台南市湖南百姓的观感是无同款的啊！你哪会当用这个话来甲指挥这边才应安呢？其他你不是其他单来做民政局长呢？哦，啊！若像你讲，迄那何在变那困难，你卖我就好啊，同我等下下，就同我继续使用啊。这是未来拄到，是早做慢做，要做唔做安尼尔啊？哦，来，我搁个比如讲，台南以前，进台南县做一块门口牌偌济钱，你敢知？你进平路上来，这边来伫议会，平路无搭台南市平，这门口牌偌济钱啊？你敢知？进来成本。进来成本。哦，你唔知啊嘛吼？啊，台南市咧，啊，你今年变变你多有成，问我拍变偌济钱来上个机会，你嘛唔知啊，所以是可惜个问题，你嘛无清楚，你无讲到遮有，我咧讲，今年多有成内底，咱北关市拢啊变两三百万，咱台南市打变几十万啊，啊几十万变无要紧，台南市买底问我拍，台南县买问我拍，计数佫无共款。你嘛台南市买得五百偌侪钱，变得有算，无清楚嘛吼？五十块，台南县办一个五百金额偌侪啊？你知？六啊三，六啊五，啊变变到合并啊了，剩啊买五百无啊？有哦，有差咯。台南市的五百较细地，较薄，所以五十；台南县五百较大地，所以较高，所以六十三至六十五。甲进第六档啊，变有怎啊个变啊呢？嘛无调整呢？可见你只嘛无看啊，你嘛无讲啊，啊有怎来得较有可能安尼？无啊。啥来有这个两个无同款的单价？是因为咱还阁是继续用过去这个门牌来去处理，啊，所以咱只是补这个无够的部分，并不是阁去新增加。哇哦，我运营啦，车开的哦，这個。车开的啦，从我各区去甲看，你看我这门口牌啊，老老讲，这个七个区的，这个七个区的啦。这我来看，那在民国了无外久，就定较紧啦。哦，七个区的吼，啊，那这将军乡的将军区啦，真啦。哦，这乌南，哦，这门口牌，我拄啊一群我坐，我唔是两个坐，我拄啊用迄较旧的厝，我就去一只，我就落去甲坐一下，甲看一下。哦，安尼门口牌安尼。啊！那边那门牌是安尼，财政局长，你头仔笑一看啦。即下恁兜你咧看，干咩？你家提底换起来。好，再下一页。即拢咱，啊！你话咱哩东西来，你合并了，都用这贴纸，大来用大，提底贴纸较大。啊！大了，到阵六档啊，会褪色啊。啊，到底是区还是乡还是市？乱去啊！乱去啊！造成着偌大个困扰，你敢知？我比如讲好，咱即马伊家里内底，家里当然一个文化路，啊文化路内底，咱个文化路几巷、几号、几弄、几号，毋是啊？咱即马是甲用字呢，咱来用一个字，吼，就比如讲啊，咱内底啊大厦啊大厦里几号，港口里几号，啊即马是港口几号，吼，真当然当然找遐门户牌用。GPS 卫星定位，就会把你带到我世界后面走啦。这就是咱进台南市目前的困扰啊！啊，既然困扰在那这内底，咱是不是针对着应用较少的？咱来逐年编列预算，先给换起来啊！
把他們蓋起來，誰要去買有我路有路名的，你不可以再維持在原來台南縣那個時候裡面，當然寫一個鄉，寫一個村，就幾號六檔了呢。这个部分也够有存在，迄是因为迄无道路路名，嘛无法度去编定路名的部分，所以伊个原底部落的形态，我想这是部落的形态伊个特色啊。啊，而且这个蒙白，哇，我想啊，过去几张你也知，一草地你也大过，你个知影吼，部啊，一正常型的部落，伊是照伊起厝的优先顺序来去编蒙白，唔是用道路。啊，真正个会存在，真正个会存在，因为足侪所在已经拢改变过。像那这些所在，也个会存在，是因为伊也个无法度有编定道路出来，所以伊之后也个是维持过去部落的形态。后边后边编定道路的，有编定道路你嘛无改啊？编定道路的部分拢陆续拢已经改变了。好，到目前你解决对了。因为这拢有陆续在改变，伊个也有编定道路的部分都已经有在改变。你讲有陆续，到目前台南市内底以你做民政局，到底有改变过几条？那伫你手内底有改变嘞？从原来啊，那哦，即里内底安西里几号？啊，即嘛你因为有路啊，你有改变这吼，好像嘉义区的换文化路，啊，你有改变了倒几条？伫你手内啦，无啊？你讲陆陆续续改变都无啊，都无一条改变的啊，啊，我看我呀，咱家里啊，啊说啊，文化路啊大条，都有路有路名，你着文化路几巷几弄几号，即嘛是个安西里几号，家里建南里，伊着新光路，你着搞新光路几巷几弄几号了，即嘛个家里建南里。安尼会通，有路名的爱乐港处理，爱改进昨年中年变无声乐嘛，应用较少爱乐港改变啊。上个月咱无法通一时间遐那侪经费来做，咱慢慢啊做啊，但是是连做都无啊，安尼是较无甲外适当小看。到尾加减啊做小看啦。我也去考虑，我也去考量当地居民实际上的需要啦。因为这，我还是要去，我赶快来跟你说明啦。这是咱政策要做，噶唔是咱当地靠啥关系啦？这不是单纯，不是单纯，咱要做唔做问题，因为这有牵涉到因当地每一个住户因相关的权利。这公权力，我公权力决定者已经管制下边啦。我要这条路经过讨论，就你啥路啥行来做啊？看了个什么电影呢？电影是叫参考讲，我要做说明呢，我要做好唔好？这是咱公权力职能的问题，含咩有关系？含咩无关系啊？你当然讲好，咱即马来讲新界工业区，新界内底，去当时咱要咱啊每一个所在啊，产生一个区域。咱拢姓何名嘛，对不对？我姓何名啦，对，咱就姓我啊，某人啊，来开一下说明会，我甲大家说明的。啊，说明了，当时甲开会，这样嘛相共啊。咱五月七才有开一条说明会呢。六月二日正式会议内底，就邀请所有里长相关的，包括议员，包括市政府、立委，来开个看，再来都透明。啊，咱即马落何名内底，是毋是有咱的自治条例内底有规定？是不是？是。规定啦，啊，自治条例内底最后核定这个路名的部分是由台南市政府来核定。台南市政府核定，啊了，咱有没有什么规定？不，这个有什么规定？我们有什么对横向、纵向、东西向、路宽等等，我们都在这个自治条例里面都有明定的规定啦。嗯，都有明定的规定内底有规定讲啦，就比如讲啊了名啦，哪个住北区有诶啦，巷道街路或者别人有。啊，这个区域新的名不能重复，是不是有这样的规定？是，拢有相关的规定，对不对？是。啊，所以迄阵咧开会中间内底，我先啊提起来讲，今仔咱新界港口是一个新好的所在，横跨着新界里、连塘里。啊，伫五月七号开说明会了后，六月二十日正式开会，而且内底本来这条路。要叫做安南大道，
啊，因为安南大道呢，卡在对啦，因为咱参嘉义一条安南路重复，所以就没有办法入安南大道，就改做安顺增大道。好，大家开会了，没有意见啊？没有意见，大家叫这个意思，安顺德大道。那么呢，原来这个部分呢，咱家本来是按算讲啊，阿无来做新吉路，啊，比如讲好啊，新吉庄啊，所以咱就新吉港区来做新吉路，啊，新吉路吼，新吉啊，一路、二路、三路，哇，新吉路去查一查，开到北河，北河呢，有是新吉北路，所以重复北乐景。美乐景，我改做安心，有无？那那变成安心一路，安心二路，对着新吉内底有一字字，因为卡着新吉工业区。啊，十二点呢？十二点本来要合作安定路，哦，安定路一段、二段、三段、安定路，啊，因为开会了后，有人跟我讲，啊，无了，去到去连电东一路，哦，哪？电东一路、二路、三路，拄啊伫电影家，啊，新吉内西。电灯也会使有一个纪念，国旗也写，来到咱市府，市府交会就问倒转去，改变啦，改变叫做，原来一条，好，原来叫做新吉一路，电动一路我走无去啊，新吉一路，过程安怎改？局长你安怎讲？安怎改？这安怎改？啊，当初是叫恁。啊，毛找福建事务所甲相关的机关来去做讨论啦，吼，包括区公所，因为考量到新吉工业区，伊是一个独立的范围内底，为着要让大家更加了解讲啊，这个区域范围是新吉工业区，所以最后才会采用啊用新吉路的方式来去命名。哦、啊，你要新吉路落名，你到大家的讲开了说明会，讲大家的迄当时咧才开会，讲着讲啊，阮即马可能未来确定了有请户所哥啊，重新找区公所在地迄、那个啊，甲因说明讲是安那会采用即个新吉路的方式。你都采用了，我叫人来开会啊！你哪会无爱伫决定进程叫人来开会？多只毛家己员说明啦吼。啊，照这个主题条例，其实路名最后的核定权是一单是政府。我知啦，啊那安尼了，你东西开始了，你甲定定的落去啊，对不对？卡落去了，搁叫伊开说明会，你着规个定定，我要定啥，你着家定定的落，唔免交委去啊。好，你着决定权啊，决定权着甲定定的落，照你意思落，你叫人家开说明会，啊，你后搁来开座谈会，决好了后，你要改变可以。改变爱事先是讲啊，无咱来合作安尼好唔好？讨论一下嘛，你就讲驳一下了，拄啊叫人改变决定，人家会爽。咱讲唔通来个愈来愈气，愈来愈气啊！啊，你们来就要同你尻川咧喵，要管咱哪较好紧？新的路名内底，你更加会着问个愈心塞。好名喊。加速振兴地方经济及就业，路名参加速振兴经济与就业有啥物牵连啦？你要哪有法当，予人会好？咱袂好啊，人家会好。你即个说明，甲人讲，我因为改变路名，原来电灯一二三四五六改为新竹一二三五六段，是因为加速振兴地方经济与就业。路名含这有关的哦。拄则有甲议员说明，规个新吉工业区是一个独立的范围，所以是考量上，不管是何外地还是拢无要紧，拢会当清楚来了解啦。你要怎么做都可以。我今仔来讲呢，你若要，你就家己管。你管这个内底，你甲讲啊，我新吉的路含北河中澳参我们的内的自治条例有抵触，我们就不管。所以，我这是独立的新吉工业区，无受这咱主题条例限制，嘛无要紧。你都规家定定的就好啊，对不对？你就免搁遐开说明会啊、座谈会啊，大家讨论努力各怪了，到你才撇一个就袂爽。啊，袂爽嘛无要紧。你是不是爱找人叫来座谈就哇？咱为着这新吉工业区，所以咱路名是毋知何安尼好，沟通一下，取得双赢嘛。哦，也许内底。
咱你这不是新建路也好，啊，咱的安心路也好，拢是怎啊？啊，十二点呢？啊，无你嘛讲，啊，就新建路就已经有新建啦，他就新建哩。啊，无你电动去路内底，无咱安心路甲改一下，改安定路，有十二点，有一个纪念，啊，你嘛可以解决啦。制造双赢就好啊！啊，你怎会不爱听人的意见？啊，你既然不爱听人的意见，人开会你搁无爱，你讲要独立的，你就莫开啊！啊，开会了共打脸，第一开爽，那做这个工课安尼，未通啊！如果看卖个啦，到时来一个同个，怎个叫制造双赢？你既然新加坡区横跨伫十二点。电东电西，横跨伫新界，你著号名内底，互人有一个纪念。安电路一段、两段、三段有二电就可以啊。你新界路就已经新界啦，安顺中大道安尼毋是制造双赢吗？也是可以啊。即哪袂决定的啦，即哪袂讲明，我把它变哪拢也袂啦，还搁咧吞土的啊。思考一下啊，好无？你检查看卖啊。另外，咱的学校的部分，啊，想做。教育局，即目前咱国中内底重复的内底有几间国中已经改了嘛？有没有？对，目前国中国中的部分是截掉了嘛？校名的啊，国小的部分是六间尔嘛？对，应该也不会很复杂、啊，是不是应该要做一下？这个我们再来评估看看，因为我们现在都是用区的前面加区名来做一个区隔啦。因为六间尔啦，唔是足侪间。你如果做这间，那冲击会很大，六间而已，不会那么的大。调整一下，至少问问咱家长的意见、地方的意见。你有做啊？啊，我有做啊！我来规说明会内底，啊，原来县外区的大同国小和啊东区的大同国小，啊，来县外区都未见。哦，啊，就像你讲，啊，我来这有历史意义，我嘛本身内底都过来当啊，电影都反对。你嘛讲，啊，来电影反对啊，我尊重电影的艺术。其实至少要做啊！是，谢谢副议长。其实有部分学校其实也有讨论过哈，但是因为校友们都会认为说，这个校名对他们来讲非常具有意义啊。我清楚，是这是初步，但是你没有下去沟通，你嘛不会办座谈说明一下，有些问题我们尽量去克服，对不对？那个、铁路地下化乱七八乱谈。对不对？硬阻挡、硬抗议，市长了嘛，百度万难啦，硬了一个一个说明啊，说明到你都未爽，未爽，我嘛是要做啦，反正就是90%的人支持铁路地下化啦。赞，想个你们爱做啊，对不对？你连做都无，你若听一两下声音尔，讲啊，妈，我有咱这百几栋，我这五六十栋的说说，唔免做，做了真的我们付出了，不行。整个地方对小伙子高的、啊、好，我们现实合并，我们有努力过啊。那么了解，好、哦，谢谢。六经年嘛，我们一分年都办完成啊，尽量努力看看嘛。谢谢。说的来好，我想我们从102年开始哈，我们市政府就积极在。整修我们相关的这个转运站哈，局长，我们总共到目前整修完成，大概有9个转运站哈。我们整理这些转运站，开发转运站，我们主要的目标是什么？我们就是希望提供各种运具之间的无缝转乘，然后让民众可以有更好的对更好的一个等车候车的环境哈。那局长，我们今年包括从102年开始，新营总站、保安转运站、新化转运站、御景转运站、善化转运站、嘉里转运站、白河转运站、马豆转运站都一一的整修完成。到今年是我们的关庙转运站开始启用。那我想这个关庙转运站吼，我有亲身去现场吼，甲行行看看吼，其实环境真好吼，啊，包括整个设备其实都还很新颖吼，而且我们看到这个入口处吼。还有这个非常可爱的这个公仔哈，上面写着“旺来”，因为关庙的名产是旺来哈，在这边来欢迎我们所有来到转运站的这个民众哈。我觉得整个设计是非常，现场看起来环境是很好。
那但是我当天去的时候哈，可能去的时间的原因哈，所以其实很长，单车的所在哈，伫遮其实无啥人咧单车哈，很长是应该是单要发车的公车比底下单车的人去较济哈。啊，所以咱嘛看到讲边啊哈，局长，你看到这个一排一排一整排哈，这看起来应该是搭位哈，结果他都拉下铁门。这应该是做店面使用的，那这个到底它的规划是什么？那个是果菜公司，他们现在已经委托委外经营了，可能还没有开始经营吧。还没有开始经营？是。什么时候会开始经营？这个我不太了解他们的时程。不清楚。局长，农业局局长。好，那个关庙的转运站这一个哈，原先就是一个集货场的一个设施啦。是。但是因为集货场的一个设施哈，我们在整个土地的一个使用，还有这个建物的一个使用上，目前呢还有一些问题。是。那原来的这个集货场必须要把它改变为作为零售使用，才有办法。去什么时候可以开始用，局长？转运站五月开始到现在的呢？因为这一段期间哈，台南农产公司它这个标注给这个铁金刚的这一个公司哈，它在这一个进行的时候，因为有关这个建筑使用的一个规定呢，还没有完成。那目前正在，所以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开始使用。对，本来哈，它有进行。这样的一个设计，预计多久可以开始使用啊，局长？那我因为其实去现场的，看到门拢拖落来，就感觉这个所在，那像拢无灵气的感觉吼，感觉真可惜。还是有一些就建物的使用问题啦。那我们现在在积极哈，去帮他做这一个建物使用用途的一个改变。那改变了之后，大概就所以还没有完成这些动作，就先开始来进行这些相关的规划。不是，他当时在标注的时候没有很详细的去把这一个他使用的用途把它界定出来。我想这个专门长官委婚一点开好在这个地方哈。那我想对于我来讲，我也搞不清楚是农业局原来这边是属于您的业务哈。那我想对民众来讲啦，就站在一个民众的心态，我们到了现场看到这一格一格的摊位在那边都拉下了铁门，那就感觉讲。啊，这是内底咧关门啊，啊是安怎？是安那无法度正式来营运，会当请较侪人来到这个所在。对，他现在就是。我想这是很可惜哈。那局长，你刚才回答的答案又令我听得更害怕，因为咱连什么时间会当解决拢唔知，所以这个所在唔知偌久开，当正式来开。我们这个就是使用用途把它变更了之后，他本来就是进场去做施工啊啦。加快，他本来就进场去施工了，因为这样的一个都做好了、啊，现在是说怎么开放啊？什么时候要开放？基本上是当时要开放，哎，当进行来英文，民众当来加。我想这个部分要加速来处理、喔。我们以明年哈，这就是凤梨的一个生产期哈作为目标，好不好？明年凤梨的生产期，对，好，希望加快啦，不然这整排的店面好几个，我想一十几个摊位空在那边，隔位空在那边都拉下铁门，整个观感不是很好。好，我们全力来协助啦，谢谢局长哈，来继续我们交通局局长哈。然后我们看到这个关庙转运站哈，其实他当时是花了大概3500万哈来顶个起完成，啊，刷了来大概规划了10条的公车路线。大概每日的班次数有250班，但是截至目前为止，它的运量大概是22500，是所有咱家的专文站来对吼，这个运量最低的。那我想有好的候车环境、转乘环境，最重要的重点嘛是要提升到我们这个公共运输的使用率。我想这个使用率目前偏低的状况，我们要怎么来解决？我想大概几个方向了哈。第一个就是说。那个地点呢，我们是在今年5月24号完成之后，那现在可能很多民众还不习惯，不熟悉，对，还不熟悉，还要加强宣传。那我们还要第一个，我们加强搭乘习惯，对，加强宣导。是。那第二个就是说，那个关庙转运站其实它也可以到高雄、阿莲呢、啊，这个都在那边转运。是。所以我们未来也跟高雄市政府来合作，就从阿莲从。
往市区的部分，这个部分还没开始吗？现在还是在本市公车的路线，未来要开发新的路线，我们也把它引进来，就所谓的公路客运的部分，是、跨县市的公路客运，我们会把它引进来。是、那第二个就是说，因为我想长期来说，那未来炮校也要迁移到转运站附近嘛。然后我想未来呢，应该那个地方呢是看好了，对那个未来的繁荣是看好，可预期的未来可能能增加相当的搭乘的人次啦。那我想，好的转运站、舒适的环境，最重要是要人潮进来啦，来这边真的来这边搭车等车。那我想提升运量最重要，所以这部分局长再加强。我们会来努力，再加强。我们现在林志聪议员来关心他的新化。哎呦，局长。其实吼，台湾咱陈玉珍所做的这种表啦吼，咱知影吼，咱所有这个转运站吼，咱的建制经费啦吼，可能啦吼，咱开300万、500万的，可能是以前啦吼，咱原有是毋是到车站到底下，敢是安尼？局长是嘛吼？是。吼啊，咱若开较济吼，包括咱码头啦，是咱关庙吼，拢开3000几万嘛，是毋是一个新的所在？哦，这新的所在嘛吼。是，我是感觉吼，咱不管啦吼，咱去到任何一个所在啊，外国也好，咱台湾也好啦，车站啦吼，车站应该是一个吼做老个的所在啦吼，啊，这所老个的所在应该是要有商机伫个啦吼，我估计咧啦，阮生活转运站啦吼，啊边是啥物店？你敢知？有一间 Seven。哦，对啊，有 Seven 啦吼。啊，伫遐未规划迄个时阵哦 ，seven 就租伫遐啦。我相信，哦 ，seven 就24点钟吼，咱去遐坐车的时阵，应该是介方便，买菜买一寡物件，是临时吼，买一寡物件有法度。而且，我生活特色啦吼，我生活的车站转运站离我生活老家真方便啦吼，真近啦。哦，你要去买菜买创啊吼，拢足舒适的，2分钟就到啊。落车2分钟就到咱的市场啊吼，而且吼本身要甲你建议啦吼，咱每一个吼车站啦吼，应该是爱含咱的警察局也好，包括含咱农业局也好，大家吼来沟通一下。像关庙吼，应该是咱迄个以前啦果菜市场的用地嘛，应该是安尼啦吼。各局处如果吼有相关的吼，咱一定爱好好来沟通一下，咱好好甲这转运站咱经营好开，来创造咱的商机啦。我相信，若创造商机的时阵，一挂行人客运的业者，伊盈亏甲袂遮济，伊愿意咧继续来投资啦。哦，我知影，阮生活即个转运站，开咱市政府是应该是补助500几万嘛，但是因业者应该嘛是有开吧？不然200几万尔啦。其他500多万的工程费，咱补助一半尔。哦，咱补助一半，还是全部500几万？全部，剩的是业者来。业者来投资的啦，啊，我相信啦，若坐车，咱若如果好啊规划，坐车愈侪人啦，业者啦吼，愈有迄个机会会当来吼盈余啦。咱嘛知影降息哦吼，要怎啊请一个吼客运的司机，事实嘛无好请，吼事实无好请，这我拢知影。但是咱我讲，咱身在公部门，咱就好啊来规划，哦，咱规划，哦，这个站有啥物特色？啊，像头拄讲的关庙，或者迄个站。会当来咱台南坐公车，阿莲来过来咱关庙，会当买水果，这着好好来评估吼，好好来处理安尼吼。啊，局长你请坐，我迄个农业局长，你讲的明年嘛不一定啦，希望伫个往来期啦，往来期到3、4月啊，念咪够安尼？诶，念咪够啊？伊起码是安尼啦。嘿，主要就是伊个时间，迄个咧申请的这个过程当中吼，拄着问题啦。拄到都讲，原来伊的迄个建物吼是登记迄个集货场，啊集货场你要去做遮零售的遮超商啦，是啥物遐吼，你袂使去甲改建啦，啊所以我即摆咧做迄个建物的使用用途变更啦。即我知啊，所以吼咱市府各局处的时阵吼，为着咱台南市吼，咱台南市啦市民的利益啦吼，各局处遮新闻吼，遮程序会当。赶紧的，赶紧来处理安尼。啊无，你啊这咧拖，我相信啊，明年3、4月往来期袂赴啦，甚至袂赴啦。你要咧招标，要咧发标出，就毋是讲我何乐何说？局长，今日你做，明仔日你啥物人做？毋是安尼呢？有没有那种这种的程序底下啦？我是要拜托咱各局处，咱为着咱市民的利益，咱各行各业
公文咧送的时阵，赶紧来处理安尼啦，吼、嗯、啊，嘛拼一个呢，好，哦，明年三四月啊，咧顺续，我想话吼，我想话，各菜市场我看拢无啥吼有进度，嘛赶紧做催结了。哦，诶，即摆已经咱迄个都发局加新了，啊，即摆爱上大会呢，哦，吼，啊，继续落就是迄、那个啊，甲台糖的迄个协议架构，嘿，我惊用协议架构较紧啦。我想这吼未来吼，买咱规个一条。有我其他的，包括迄个设计的部分，拢已经启动啊，嘿。新设计要变啦，嘿，对啊，对啊，拢启动。伊已经通过了，咱咧等开始要设计，这样咧有等咱市场。已经启动，嘿，嘿，已经咧启动。好好好，请坐。再请教我们的张局长，我们。在104年去年4月份有一个新闻可以看到，我们台南有三大转运站招商启动，107年要开张，着手推动新营客转中心、仁德开源三大转运站的促餐招商计划，107年起可相继开始营运服务。另外也看到我们这个和顺综合转运站。在105年11月也公告招商，在临近这个亚太棒球村的和顺中转站的 BOT 公告，希望能够提升公有地的附加价值，增进土地利用利益，打造具有文化健康休闲的交通机能设施，带动地区发展，提供就业机会。我想这个地方，我想这两个地方都是我们目前。准备要开发的这个综合转运站，那刚才有三大转运站，本来局长是希望107年要开张，这个可能吗？这我们因为上个月才政策公告，政策公告要看招商的情况，要看招商的情况，当然我们要努力了，要努力哈。那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我有整理了一下哈，我们目前有这四个中转站哦。新营一开始是要 BOT， 后来因为三次公告招商都没有厂商来递件，所以后来从 BOT 变成 OT。是。好，现在变成我们先盖好，106年工程发包，107年盖好，我们来委外给民间的厂商来经营。这是新营，像我们看到仁德综合转运站，目前也是在公告招商中，吼，预估要投资。吸引民间投资大概是30亿的经费，10月12日公告招商吼，预计106年签约，107年动工。目前这个公告的期限也快要到了，接下来这个开源综合转运站预估投资金额大概20亿，目前也是在政策的公告招商中，公告期限这个也快到了，也是106年签约，107年动工。接下来这个和顺中转站预估投资金额20亿。10月31日政策公告招商，这个公告期限也快要到了，预计106年签约，107年动工。局长，里面的包括仁德、开源、和顺，都在公告招商中，公告期限也都快要到了。目前有没有厂商正式递件？那个征询的厂商是很多了，那现在正式递件的，我们是还没看到了。问的多啦，递件的正式来递件的，目前还没有。有的有兴趣，他们会在比较接近的时候才来递件。但是看起来时间都快要到了，都几几天就要搞啊，是。那我想，我们能够开发综合转运站，带动地方的发展，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饼，也是地方很大的期待。但是对照现在都没有厂商愿意投资的情况之下，我们很担心，到最后是一场空。都没有人来投资，结果这些转运站也没有办法顺利的开发，这个我们非常的担心。局长，我们要怎么样让这些厂商，你设计了就是要厂商愿意来吸引他来投入啊？那如果现在都没有厂商来投入，这要怎么办？我们还是会来积极招商了，对。积极招商。那我们看这一次招商的情况，那我们再跟业者，我们再去访谈，是，那看看对整个各方的条件。是有什么地方我们还可以再修正？是，如果这一次招商不成，那我们会再来做调整。是，那我想这三个中转站都在这几天大概这个月都会是公告招商期满，我们当然期待有厂商，有好的厂商愿意
把这些金额投资在台南，让台南有一个好的发展，带动整个地方的发展，也创造就业机会，我想这是很期待，然后又可以让民众有好的这个搭乘转乘环境，这个方向非常好。但是我们期待真的有厂商愿意来投入经费来带动我们台南的发展哦。那其中局长，开源综合转运站位在哪里？开源它就是过去的美国学校的位置了。过去的美国学校哈，对，位在开源路跟长荣路的交叉口那边。局长，那个地方我想你也一定也经过。旁边的路有大条吗？开源路还蛮大的，蛮大条，也是干道啊。那公车也是蛮大条哈，我想开源路，但是它都是只有一个汽车、一个机车这样子，大概两线道哦。但是它是往来北区、东区、永康区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道路，而且平常其实上下班的时间都非常高塞车，因为最近有很多大楼吼陆陆续续拢起起来，然后原来就很多大楼了，最近又有一些新的大楼落成之后，现在附近的住户量又一直暴增，因此当地的交通其实是非常非常很繁忙，而且很容易塞车。如果未来转运站设在这边，加上我们的公车，加上我们的大客车，加上我们的客运，这大车如果加入了，我们非常的担心吼，这个地方的交通会更加混乱，会打结。这个问题有没有思考到？有，当然，其实我们转运站呢，大家都认为说会造成交通的负担，其实不然呢。如果我们转运站把它做好，哦，第一个我们未来会退缩。我们的基地一定要要求它退缩，是，所以未来公车到那边，它会进到我们的基地里面，那这样道路就空出来了。是。第二个，我们增加了600个汽车的停车位，是，还有400个机车停车位，那我们可以向大家把车停下来，然后搭乘我们的公车，是，然后就是转乘嘛。那这样子的话，它的秩序各方面应该不会说想象中有。大家都是一个想象，说这样会比较乱。因为车还是要经过马路啊，虽然腹地很大，但车总是要经过马路。伊总是爱经过咱的中营路，经过咱的开湾路，伊才有法度入去转运站吗？所以对民众来讲，增加车辆是必然的，但做好规划是必要的。是，这是咱来去做诶。不过咱要哪做，当然大家会欢乐啊。我们要怎么去说服民众，告诉他们我们这个地方做完之后？每英雄得在交通，我想这是我们有一套完善的一个交通规划。那将来招商之后，我们也会透过地方说明会，是跟当地民众来详细的说明。我想开源综合转运站，我们是跟国产署来合作开发，我们预估可以吸引民间投资40亿，要创造359亿元的总产值，增加500个就业机会，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可以带动地方发展，看起来是一个机会。但是局长刚才也有提到过，这个土地过去叫做什么？它的前身，这个所在前身，美国学校。美国学校嘛，那局长，美国学校，他当时就是，我想这个是当时的学生哈，他留下来的照片哈，当时这个土地之前就是这样子的美国学校哈。我想美军曾经在台南驻扎了20几年，那当时。这个美国学校也是、美国国防部在海外唯一设立的学校，那也是台湾第一所的美国学校。因此，这个地方，我想对老一辈的台南人来讲，他们只要讲到这个地方，他们会说，啊，在台北还好好吃，这是属于老台南人的记忆。包括我的爸爸、我的妈妈，他们如果说到这个地方，他们会说，啊，那在台北还好好吃啊。虽然在我长大之后来到这个地方看就没有看过美国学校了，不过对于来讲，那个是我们这个城市记忆的一部分。局长，这个地方现在还留下了包括一个体育器材厨房室，还有写着这个 Warriors 的这个围墙。我们在当时的旧照片里面也可以看到这个围墙，看到这个厨房室，那目前其实还在，这个 Warriors 的围墙还在，然后厨房室跟这段围墙其实是他最后留下来留在这个土地的这个痕迹哦，让我们可以见证美国学校确实过去是在这个地方。局长，我们的转运站开发之后，我们的围墙、我们的厨房室会被夷为平地吗？我们第一个我们会跟文资处来讨论，如
如果它值得保存的话，我们就不会把它移除，我们尽量让它保存的。尽量让它保存哈，尽量在这个开发跟这个开发对跟文化跟文资之间做一个平衡呢、啊。做一个平衡哈。是。文化局局长，我们这个围墙还有这个体育器材储放室，有没有具备文资保护的身份？跟议员报告，那文资处的同仁已经去现场，已经把一些过去美国学校所留下来的一些围墙是啊，包括这个储藏室这个部分已经有先去看了，先去看。那我想这个部分我们按照程序再找委员实际去现勘。是，那多久可以来完成这个事情？现勘的工作现在已经在约相关的委员的时间了，嘿。我想这个转移站开发也是迫在眉梢，那地方的文史人士其实对于这块土地，我想这个曾经是这个城市很重要的一个记忆哦，我想大家都非常关心，到底什么时候我们可以尽快的来确认他的身份，然后让我们交通局在开发的时候能够纳入一个参考哦，不要让这么好不容易遗留下来哦，我想整个曾经美军驻扎在台南的历史，现在留下比较完整的，可能这个厨房室跟围墙，我想这个可以作为未来我们在台南，不管是纪念让大家了解那一段美军历史一个很重要的据点哦。我想这个部分文化局这边要加快脚步哈，毕竟这个围墙跟这个厨房室在这个地方不是今天才在那边哈，我想应该要及早就来这个动作。那这个部分也请文化局这边哈，尽快的来完成确认他这个文资的这个身份哈，谢谢局长哈。那局长，交通局局长，我想真的要请我们交通局这边哈，跟文化局这边好好的来配合哈，针对这个部分一定要去做一个跨局势的一个讨论哦。到底我们要追求地方发展很重要，但是关于这块土地曾经发生过的这个历史，我想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这个历史的痕迹绝对不能被遗忘，所以我想这个部分我们在开发这个开源转运站的同时，我们可以带动地方发展，但是不能让地方的交通更加混乱，另外曾经在这个地方发生过的这些历史要被保留下来，要被记忆下来，我想也能够为这个转运站注入不一样的元素，我们会朝这个方向来做。对，好，谢谢局长。那我们再来请问局长，我们这个兵工厂在台南公园旁边哈，这个地方未来的规划呢？兵工厂整块用地呢，它就是编定为公园用地，那这个部分已经捐赠给台南市政府了。是。对，这个权属是我们市政府的。权属是我们市政府的。大概目前呢，现在土地上大概有三块用途了。是。就我所知了。一个当然就是321这个。对。这个文创区嘛，对，那另外呢，就是我们现在有一些国道客运的下车处，是啊，跟停车处，还有包括计程车的一个转乘，是啊，那第三个还有一块是作为公园使用，是，大概目前是做这样三个用途。我想这个地方我们之前包括跟相关的局势在附近会看一些工程包括上次我们文化局的叶局长也有提到过，其实这个地方我们有听说耳闻未来有可能要规划转运站，有这样的事情吗？我们因为以现况的使用，我们会让它更有秩序，然后规划得更好。因为现在的这个现况去看，不管国道客运的下车跟计程车的排班等等，现在其实就是一个类转运站的形式啦。那你未来，对，所以大概交通部呢，他们也建议我们。第二个就是说，这火车站周边，是现在所有的国道客运都在周边上下客，是都在北门路上、马路上上下客，影响到交通。是，所以他希望我们把这些能够做一个调整，对，做一个整合了。是。那所以我们大概又利用这一块来做一个简单的临时转运站的一个处理。临时转运站，所以不会是像我们开源转运站这样子的模式，不会有大型的建筑，不会有大型的建筑，只有比较简易的候车空间，对。所以也是暂时性的做一个简易的临时转运站的使用，因为我们本来听说也要盖成一个转运站，也不会开挖了，因为那块地底下其实是它是有一些
过去的一个历史的一个保存的东西，所以我们不会去开挖它。是，对。那我想，因为有听说是转运站，所以我们就想说，如果这边也一个转运站，开源也一个转运站，这样两个转运站的距离其实只有不到2公里，那它的效益在哪里？这个是因为国道了，是目前所有的台南火车站附近国道客运，将来都会放在这边。是，我想这个就整个一个运输的规划转乘啊，然后交通的，所以这个地方的规划是一个临时的转运站，是，那它跟开源转运站规划的方向是有所区隔，开源未来国道最多也是经过，不会在那边，对，好，所以它会有所区隔。是，那因为其实兵配厂这个地方其实是位处于市中心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地方，也是我们能够公有的土地当中其实少数几块了，那其实地方也都一直期待它有更好的规划，那我们也期待市政府能够针对这个区域，我想除了临时转运站，也期待它有未来更长远的一个规划。这部分也请我们，我想相关局势都可以来做一个讨论跟检讨。那另外，我想我也整理了一下，其实我们目前讨论的这些转运站，包括已经整建完成的9个转运站，加上我们目前即将要新设的4个综合转运站，其实台南总共有13个转运站，以台湾来讲，6都来讲，其实我们的转运站数量，不管是现在的9个，还是未来可能的13个，都是全国最多的转运站。但是相对来说，我们的汽车客运的载客量，相对来讲是最少的。所以我想，最重要这些转运站还是要实质的提高这个公共运输的搭乘率，这个是最重要的。除了让民众有好的转乘候车环境，最重要是有人来坐，这是最重要的。所以本席在这边是要提醒我们的交通局，我想我们在开发转运站的同时，固然很好，可以带动地方的发展，但是也要做好检讨，做好评估，不要让有些车站就是车比人多，这样子就会让人家觉得说，是不是文字转运站没有达到它实质的效益，我想这个非常重要，会来注意的，但是不会有这种情况。是，其实我们现在每个转运站现在的使用率都不错了。是，那可能关庙可能那天刚好是下午时间了，早上时间，早上或是下午，早上时间，我想一定有高峰跟离峰啦。那当天我也去到了麻豆的候车人数就蛮多的。其实整个搭乘的环境，而且它二楼也有什么展示的中心哦。其实我想整个环境就很好哦，所以其实已经搭乘量好的，我们继续努力；但搭乘量不够好的，我们要继续加强。而未来即将要开发的综合转运站，也要兼顾除了带动地方发展，也要兼顾好这些问题哈。好，谢谢局长，谢谢。要水利局，咱彭局长，你看到迄图，你有印象？他外岛，应该是应该看不出来哈，你看不出来哈。右手边的唔免看，你看左手边。猴头，应该是对啦，猴头街啦吼。而且有局长，阮一个地方要发展吼的时阵吼，上界基本的吼的基站建设对不对吼？基础建设啦吼。一定要做好。我跟你讲啦吼，这条就是虎头溪啦吼。目前啦吼，拄啊伫咱地溪桥要去新化高岗吼，是的路边啦吼。遐到桥啦吼，遐到桥差不多都80米左右啦吼。啊，目前啦吼，咱中央嘛是过去8年800亿的预算嘛吼，啊来了都一个600亿的五省。刘总，这就是迄条五省内底其中的一段在做啦。因为吼发生一挂代志啦吼，迄当阵因可能咧评估的时阵吼，就顾问公司来设计来处理吼，就讲安尼去安尼做，完满啦，就开始动工开始做。但是做到降时的时阵，为什么做到降时，你看会到的？客教可能开发做安尼，够可能做一半，做到遐啰停工。以着这些报告了哈，因为这件是哪个局？我知啊，就是哪个局处理的啊。但是因为因这则时阵哈，可能发现讲有一挂营建的废弃物啦，所以阮嘛有协助哪个局进来看参地方里长来协调，看看会当有适当的迄个土地吼，会当互因做一个筛分啦。
啊，但是目前就是讲，因为迄个筛分的场地啊，有一寡困难啊，所以阮正有参老教吼咧探讨，我下晡阁会去找阁参老教吼啊，有迄个会刊吼，阮要参伊探讨，就是讲，因那是包厢这边真正无要做的这条钱，看明年用迄个应急工程吼，互咱做吼，阮绝对会甲这个。缺口的部分哦，赶紧甲做起来。局长，我知影哦，咱我正是意思是讲哦，中央哦，既然有甲咱补助，唔是咱中央补助，算地来河川局。是。迄条路，无迄条溪，照你讲是咱市管的，哦，咱台南市政府管理的。中央要甲咱做，算做好，而且咱已经发包的。哦，咱会当甲多些有算会来白家做，啊，中央要做，咱既然中央要做，咱就中央来做。我是希望讲哦，伫因也未决标，吼，也未决定，吼。的时阵，咱会咱来克服，克服这工程顶了，这粪扫要哪处理？我昨嘛麻烦你外议员啦，是，哦，打电话叫地来河川局的我副局长啦。哦，安尼，我下晡可以参面。麻烦讲哦，因啥物家来汇标的，吼，啥物家来决标，吼，啊，不然赶紧来找所在，哦，啊，找所在。你讲叫地方啦，你叫一个职权是偌大啦？伊嘛是爱拜托人哦。啊！这地脉有符合无符合，咱爱较积极、较主动的来斗协助啦。吼，啊，毋是讲哦，李长，啊，李长一旦负责，变讲遐就当盈利，啊，当盈利是偌快，哎，让他堆置遐粪扫，真正要找嘛无好找咧。啊，嘿，毋是讲是粪扫，嘿，就是讲哦，直接回去筛分呐，筛分了可以当回收再利用的啦。有无学着我是毋知，但是有看着在遐啦。是是是，哎。阮这部分哦，其实阮课长参阮的主办的吼，地方吼嘛开过几落遍会勘协调。我嘛去看啊。是是是，嘿、啊。所以这部分，阮下晡阁会参老教吼去会勘吼，阮下晡我阁参国务局长遮阁探讨者，看敢会当因慢车讲吼才要停工吼停起来，阮看敢会当。是目前停工哦，差不多算停工啊，准备要结算啊，你安怎？对，所以阮下晡阁会若是讲许委员遐有关心吼，阮下晡阁来参面探讨者，看敢会当阁慢车吼，阮阁来想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好啦，好啦，局长你请坐吼，迄个环保局李局长，如果啦吼，如果吼，阮地方找无所在啦，需要咱环保局这边来斗协助，啊，你会当来斗协助袂啦？哦，这针对这物件啦。这啦，公共工程，他都要咱。这个公共工程。哎，对，我的意思，我的意思是讲环保局甲市府拢一体的啦，哈，啊，所以啦，水利局会当筛分出来，咱主要筛分的目的就是讲留在原地再利用，咱唔免阁请出来，哈。我想话，那像伊只有一地块呢，哈，也卖场呢，呀。不是新的，我新化啦。该当烧的我会来，礼拜我来分下落去嘛。我是因为下底粪扫吼，也是伊的废弃物无恶来，我事实我无了解，迄是医疗废弃物啊，什么废弃物我唔知影。嗯。但是如果啦吼，若恶来的时阵，需要咱环保局。当然啦，当然。到协助的时阵。我已经，我跟水利局合作，唔是一件尔啦。互踢皮球咧，讲吼爱麻烦环保局啊，环保局讲无所在，通个顿有诶无诶吼。没啦。但就近来安置安尼。这个也要优先处理啦。啊，你知道未啦？哎，可以啊，工程的部分我们一定优先处理。哦，安尼，许局长，咱麻烦一下吼，咱。李局长也答应啊，咱来当都找环保局来斗协助吼，咱来当伫附近找这所在，也是阮生活过桥淹埋着遐，然后有够宽有冲啊。哦，你讲的都只要遐物件，哦筛选了会当用，咱就来用啊，袂当安全该安全的处理。但是上个重点的，这局长请坐啊，李局长，这工期一定爱来完成，上好伫明年啦，丰台期进程来完成啦，完工啦。过去吼，已经做滚了百公尺，后就剩咧80公尺到100公尺吼。咱若无做的时阵，淹大水，有的是要怪咱啊，你毋知？因为去怪中央，吼、哦、啊，这点吼、哦、麻烦速度吼、哦、啊，彭局长，你要加用心者吼。好，请坐，好，谢谢。好、哦、啊，直接公务局长、嘿，苏局长，吼、哦，我嘛真感谢啦吼、哦，感谢你吼、哦，咱迄个吴宗龙吴局长啦吼、哦，啊，就做咱副市长了，你接这个局长吼。哦啊，过去啦吼，干部局吼，对着阮生活带来三乡的基站建设啦吼，基础建设嘛真支持啦吼。啊，首先明年度伊嘛要编吼两条道路，新的道路哦，啊要来阮生活吼开辟吼新的道路哦，啊我嘛真肯定啦。但是这有一寡代志吼，嘛是爱甲你报告一下，麻烦啦吼。如果哦这条啦吼，
这条吼，你看右手边这图案，这图案啦吼，过去吼，可能啦吼，伫阮新化电工所的时代啦吼，所做的自行车的步道啦，应该是安尼啦吼，已经非常吼，人就已经失修真久啦，哦，真久啊嘛，真危险，哦，啊条道路嘛是同款，哦，住伫咱新化高中、新化高中的边啊，哦，啊嘛主要吼，我咪伫边教阮。哦，阮大家啊，吼，阮山区的主要道路啦，吼，啊嘛真危险，啊真久啊啦，吼，啊嘛无处理。哦，啊过去吼，过去吼，阮定的时代都过去啊，吼，卖在讨论，但是未来较重要。咱是毋是讲哦，看是要安怎来维修，哦，啊是甲这物件啊空开是安怎，哦，用恁的专业来判定，因为到正时过去这些自行车步道，我是感觉啦，吼，到正时伊的新阁嘛无开啦，哦嘛无开啦。我已经放过遮久啊，吼！啊，咱会当来处理一下呗，局长。是这个哈，阮搭现场勘查吼，啊来看安怎处理较好。因为规只嘞，规只嘞，几啊百公尺啦，吼！啊，因为迄伊用擦的嘛，啊擦迄个泥固，顶边有当个包围、周围有诶无？哦，咱看安怎，咱啊规条处理好开，安尼可能，但是可能会较大啦，但是可能嘛未讲足大啦，吼。啊，当初上来咱了，咱就尽量了，啊，无安尼足歹看，事实嘛真歹看，拄啊好好编啦，好好编安尼啦。嗯，是，嗯，好。咱哦，台南市实在是一个好山好水的所在呢。我来台南市是无山，我关子阿边了吼有山，吼，迄真正会感觉讲哦，来台南是一个足快乐，是真足好的一个所在。不但是好山好水好所在以外，咱台南市所有的农产品的特色，我敢讲有真侪人是排伫第一的。咱若讲到咱的林江路，全国内底88%是咱台南市产生的林江呢，迄真有名呢。文旦占全国33%呢。咱的金金啊啦，吼、哦，或者是啊金阁的这个碰柑啦，啊，咱是占一半以上呢。山啊，这真那好优秀的所在，往来，听到心情哦，来到你北关区，甚至要我讲，听到讲你对啦，我台南，哦，你台南玉这山啊赞，哦，听到一直爽起来，真正，系啊，那就是咱台南优秀的所在。但是到这内底，台南市有真那好一年四季拢有真那侪农产品，农局长，咱伫咱的网站内底网页。南港市政府网页来的，一区一特色的农产品，一区一特色的，这是咱网站来的哦。嗯，所写的含熟悉的出入有偌济出入吧？你敢捌在甲看？我无详细讲吼，一日去甲点啦吼。哦。但是咱台南较受影啊，各种的这些产品吼，拢真济。安尼哦。嘿。但是呢，酒驾问题，我先来问啦。我一区一特色来的啦吼。嗯。你我甲你问者，我来问你遮内底卖的，遮你推荐的啦，你推荐卖。咱的贵人哦，啥物话？翠山啥物话？贵人哦，嘿，熟客。我熟客对啊，有名无？够名，未歹啦，你要记下。未歹对不对？啊，未歹，我看你一区一特色内底贵人，消灭你啊！刚才那个，贵人没有啦，没有列入啊，没有列入。那是我们台南市的市政府的网站呢，再来检查。到我们的网页呢，好，没了，消灭了，好，对不对？请坐，劳工局局长，我天出山上面位啊？这当然一定要说光林刚啊。哦，林刚，全国88%。那我们的农产品的网页，吃了，没有了。没有了呢，消灭了，没呀，有可惜不？啊，好，啊，你请坐，我问你，观光旅游局的局长，我请问你哦，然后咱弟弟，你姐姐有几多久啊？到今年底两年。两年，咖喱的特产是啥物？咖喱。咖喱的特产啥物？我们一区一特色是什么？咖喱上面牛胡麻，你讲啦，胡麻，边个上跟你讲的？胡麻，
咖喱。系啊。小妹，你隔壁跟你讲，问隔壁，问。啊？隔壁要讲，你都唔知啊？咖喱什么啊？牛蒡吗？哦，牛蒡，哎，你赶紧回去。你来咱罗牛蒡，但是我们的一区一里，但是来在种牛蒡吃了，就狼在逃，没了。那你现在是要答对还是答错？你是答对了啦，但是我们的市政府的工业的网站错了啊，你这一题是零分。请坐，警察局局长。那个大来是啥物事？啊？大来啊？特色哦。哎、欸，我唔知。你唔知？你打来？那、无你办啥？你来这只古里有办食过啥？我要领人，不要领那个植物。领人，物件都免吃。啊，你来这食过啥农产品？伫咱台南市的。我农产品哦。哎、欸，我是甲头副局长你讲的，我拢有听过啦。拢有听我讲食过。啊，你要食、啊？我最爱食水果。我最爱食水果。啊，你打来，所以袂使怪你，是不是？哦，好，你请坐，请坐。交通局局长，你来这多久啊？啊，六冬了嘛吼，就一开始就来了嘛。啊，大来什么话你应该知影吧？洛梨。哈，洛梨。大来洛梨哦，大来是洛梨吗？是不是？确定哦。哎、欸，确定。确定大来洛梨。确定。大内是木瓜和柚子。错，直接雄是对的啦。你是对的。我们的一举一击都是在市政网站，你是错的。你作何感想？这个、你来合成啊？你来合成啊？你来考试啊？我明明来考一百分，只要比零分。你作何感想？讲不出来。你会笑的未？你敢会教？会倒去甲石头人练的未？应该不至于啦。哦，不至于，会倒去倒啦吼。会倒出面头尾知影，讲我明明就一百分，只啊比零分。阿咪啊，阿是拿 A 九第四件点点素材去，你会选择 A 九第四件拿素材去？应该不会的。哦，不会，那你会怎么办？就跟那个我们主管的这个局处哈来反映嘛。哦，那当然好，请坐。啊，然后解局长，做无简单，一个物件为推荐杀出来，到宣传，让所有人知影来买，这段的过程是非常的辛苦，路途嘛非常的艰难啊。要拍到有台南大全国内底拢知影台南市有遮那好的所在，遐那好的物件，爱行偌长的路。时间来培养，哎，我真心酸。靠亲戚内底出侪物件无呀，我们就一直都说，一定要因来开个百合，哎，年纪呢，莲花节特当咧办，没啦，假呀，托尼啊，七股的洋香瓜没啦，新式的毛豆也没啦。遐人家侪物件，甚至会赢。咱的蚕丝被进那个推荐呢，还在推动啊，那个起头嘛呢，也没啦。六年了，嘛无发个到啊。这个是不是跟副议长报告一下了哈？其实这一个一区一特色哈，事实上我们也把各个地方哈，它的特产都很多啦。但是可能我这一个在列举的这个上面哈，可能没有做这个比较详细的一个检视了哈。但是各个地区的我们都有把它整合譬如说关庙的凤梨好神节祭哈，还有那个芒果祭白河的莲花祭哈，另外就是西港。安定这个七块的
除麻剂等等。我没有去否定你做这件事情的努力，是。但是我办一个联络这也好，办一个社交这也好，办一个往来这也好，是一段时间，一天、两天、一个月、三一礼拜刷。但是全国的背景是根据我们台南市的网页网站在看我们台南市有什么特色啊？一起锦鲤树鬼水起去的店嘛，现在网际会堂要打，我们没啦，吃掉啦，这是不应该的啊。这个我们再来这个检视，不应该嘛，更正了。OK， 好了，你针对着咱台南市有这么多农产品，有这么多物件，好，农民的收入有没有稳定？你有没有创造说有什么？我有倒一个方法加方式，会当让农民的收入更好的？你敢买你想过？事实上我们都有想过了哈。你要哪做？在整个农业的一个推动上，我们都会按照各区的一个天然的条件呐、来做这个适地适种。那在这个整个行销上我们都也涵盖在主要的一个产期，我们来做这一个整个行销。另外呢，我们还会透过农村地区的一个计划，把它各个地区的一个特产给加以这个包装行销，甚至于透过观光旅游活动来把这一个各地方的一个产品能够结合整个休闲，还有这一个农村的一个推展这样来做。那一方面呢、我们也希望说创造农民的一个收益能够增加。你讲这袂歹，你有咧读册，还够无？你要读这，你用心哦。我们还是要想办法把这一个农业的农民的。是这，农民的。你真有坐到那个连麦以外，你搁有想着要做安那，让农民会当收入会当直接拿提升的，搁有。当然哈、这个除了内销以外，我们也想办法要来拓展，说我们比较有竞争潜力的像凤梨的外销，或者其他相关的这一个红龙果还是啥遐个外销工课，够无？哈，够无？那是当然要做的工作很多了。我来建议一人给你好无？好。哈。好。那我们现在有生产履历挂保证。嘿。你台南市政府有公信力，你嘛会当就是讲我落来这个三小班也好，我进这个场也好。好，我们来做一个认证。经过这个品质加好的物件，咱给认证到好，我们代为行销，在我们市政府的网站里面产销履历挂保证，来讲，予咱的人，予咱家所有全国百姓食得会安心，啊，食得会便利，哦，啊，食在地，加增加收，唔免经过着中盘商、大盘商、小卖会报销了以外。个减呢，会当互因直接加速。因虽然多些网络订购很多了，但是我们如果政府介入的话，会更好，而且更有公信力。你来做一个农产品的精致化产销的部分来做一个履约的保证，事先预过，可不可以往这方面来做一些事情？跟副议长报告哈，事实上我们这一个工作哈包括推动的有机农产品的验证啦哈，就是有机农产品的一个推广，另外产销履历，还有这一个就是吉恩普的这个标章的推动，另外我们台南比较特殊的哈，我们有一个叫做台南雄青这样的一个产品转订购啦，嘿，转订购啦。嘿，转订购。咱的公司那伫遮，咱转订购吼，过三小班就直接往我加位呢啊。因为我拢用网际网路因了，因就是讲啊，这有当时啊，唔知用便宜的卖，啊，因有品质无，啊，市政府若较有公信力，转订购贵，加增加农民的收入，可以往这方面来做吗？嗨，这一个部分我们都积极在推动。另外，我们也特别哈为了扶助这一个小农，我们有一个社区蔡市长。就是透过迄个网络电、迄个手机啊，去定位，提货。这个工作继续在推动。嘿，一区一特色，希望你会当继续来推动。是。让全国大家知，我讲到咱的林哥，知咱台南的关店，讲到文旦，知咱码头的文旦，知影这个物件已经足无简单，伫全国所有变色已经指日挠日。希望你继续来发展的，唔通予遗忘。是市政网站
该改进的改进一下，好冇？好，多谢。好，好。那观光旅游局局长，咱台南市内底让我们的新的南向政策，那我们南向政策，这是民进党执政的首要的目标嘛？那我们今年的南向政策内底，经济今年多，无论是柬埔寨的来的来台湾的人数，越南、泰国、文莱、澳洲都直线上升，直线上升。是在哦，包括一百空一年内底来台湾观光的人数为2100万，到一百空二年的2300万，到一百空三年的2500万，但是一百空四年旧年就落了，减800几，剩2300几万。今年度内底到目前为止1800几万部分啦，对，今年数字还没出来，对不对？是。好、哦，啊，伫咱台南市整个稳定，台南市的部分跟医药来背景内底，咱那个有咧上升嘛，包括吼、哦、啊，102年上升4.7%啦，103年的8.6%，到去年还佫上升3.3%啦吼。住宿的部分。那由台专业数据内底，就是讲今年入来咱台湾观光人数，泰国也好，越南也好，柬埔寨也好，或者菲律宾也好。弄直线上升，好，问题造出来。那台南市目前为止，你所了解我们会讲泰语的导游有几个啊？跟院做报告，在导游的部分哦，全台湾大概对于东南亚市场里面，说他们母语的导游数都非常的少，所以在导游上，大概现在中央已经有很大的困难。台南市几个？说泰语的导游吗？目前我手上没有资料，这个资料在中央，而且他不愿意给。是零啊？对，因为他还不愿意给，对，所以我只有在。那会印尼话的导游有几个？不清楚。台南市这个主管机关都在中央，而且数字不交给地方政府，我已经。那你所了解的有几个啊？所以我不清楚这个数字。哦、不是零嘛？哈，会越南语的导游在台南市有几个？不过我们已经有训练越南语的志工，因为我们不知道多少导游，但是我们现在志工不能够当导游啊，志工可以当说明的志工，我们的导游要导游证呢。在机场，我们现在已经有越南语的。那到目前为止来对，你说你嘛是唔知讲到底会当泰语的，会当越南语的，会当印尼语的。导游证是由交通部观光局所核发，所以我们在我们手上是没有这个资料的。所以就你认知来对，就你认知哦，当然其实零嘛，吼，对不对？就我是没有这个资料，但我不知道是也没有意外啦，因为专攻来对，会按讲泰语的，哪55个尔，啊那本嘛不一定分到台南市啊，所以要用其他的方式来吸引他们。啊，印尼话会当做导游的，伫有法度领到这只专攻达34个啊，是啊，是的，好啦，语言的缺乏很严重。那你有没有进一步要去辅导？我们这些有一堆都有外籍新娘来的辅导他们的加入整个的导游行列，你有没有辅导？有没有开课？有没有指导？跟议员说明，我们现在是跟导游协会来合作，做于各种导游的训练。今年的还没开始，现在在商量。我们现在做的两种英语导游的部分先做，然后其他东南亚语言的导游里面以粤语优先，因为我们有越南的航线。好，你有在做啊？对不对啦？是，现在已经在着手进行。我们台湾来的免签证什么时候开始？免签证陆陆续都开始，现在还会有新的，明年底、明年就都会开始。今年就有了、啊，今年已经开放了好几个国家。对啊，被我接的屋啊，过来过高的免签证的、啊、嘛。是。好，那你谈的是吸引这些新南向政策的一些的来家观光的，你做了什么的方法？我们在今年就已经跟泰国合作过，我们所以现在在泰国的这个。网红他们已经来过台南，而且也已经在来台南做有采线，所以他们也包括我们的人也去过泰国的旅展，在泰国用当地的泰语来做一个介绍，也有我们跟在台南的做泰国旅游的这个旅行社也合作，在泰国进行做了宣传。那一次跟交通部观光啊，泰国只有73%，那越南呢？越南的部分，我们是跟越捷航空公司来做合作，所以一样是跟越捷来合作做行销。合作，直航，胡志明市。除了直航，也在越南。那胡志明市来对参加直航来对，我们努力过什么？我们一直跟他做合作，做游程的一个优惠行销。我们其实，在最近的这一波，有1000个优惠的行销名额是跟越捷的合作，所以一直有在持续 push 这条。台南市民，
没有感受到你已经有做的感觉，因为我们都是在境外做，并不是台南市内做，因为它是英镑的一个行销，所以它是在境外做。台南市民没有感受到你有做这件事情。对，因为是在越南跟泰国做，所以台南市民比较不会感受到，这可以理解。哦，可以理解。但是台南市到目前，你认为我们这些东南亚国家来进入台南市有成长的幅度吗？我认为它一定会往上成长，因为在月节我们可以看到越南航线它的发展是非常好的。你既然有在做这，那也没有这些观光需求来到台南市的观光馆，带动第一个观光收入，我们的导游非常的重要。是这个。你来到你不同介绍的台南这样的好山好水的地方，有这样的这些小吃，你没有办法去转述，也没有办法去推销，你是不是要行销台南？所以导游的问题一直在跟中央谈，这个部分的训练要赶快展开，不然新南向会没有各种各样的导游。我们台南是可以自己做，我们现在做的只能辅导，我们现在是直辖市呢，不是因为在证照的部分跟导游课程的部分，别人没有做，我们就应该要先做。只有中央有权限开，我们只能跟导游协会来合作做一个训练辅导，但是他们的考试跟所有的流程都由中央主管机关来负责，各地方政府没有办法核发自己的导游证照，我们能做的就只有解说人员。所以我们现在朝这个部分来做努力的原因是这样。对啊，解说人员啊，就你讲的那，所以才会征志工来做。你讲个一大堆来，对，那我们志工，人家给恁检举，你们做？没有，他们只能做解说，不能接导游，因为导游是旅行团才能接。对嘛，那不是合法的嘛？那个部分的权限只有中央有，所以你得要加强都去做啊，办法合法的。要加强都去做啊。所以我们就做志工的辅导，没有办法双面去配合啊。所以我们跟导游协会有合作，的确。导游协会内底都无，他都是民间，无会晓越南语，也无会晓台语，你较讲了，只因为我们不是主管的机关，所以没有办法。你要辅导啊？对，所以我们跟导游协会合作来做这个导游培训的辅导。你这话是硬硬嘴，我是不爱跟你讲你啊，你乱打恁硬砖，我是不爱跟你讲你啊。没有做，我们就应该去做。没，我们已经在做，哦、是跟议员做报告。无做，咱来加强去做，我只是给他点出来。是。点出来讲，咱台南市好山好水这么多的地方。应该要增加我们的导游人员，因为那如包括他们那越南有胡志明市有直飞嘛，所以观光人数会直线上升嘛。阿来加料力不会没有办法，那语言上给他们辅导，这个是对我们的是比较不适当，所以希望你来补，你来在加强来注意这个问题。啊，要个讲可贵的，我们台南市观光人数内底，哦，伫去年全国的时阵已经负成长8%，那我们台南市还没有负成长。所以就要加把劲，努力一下，是，哦，是，好不好？好。谢谢局长，请坐。哎，我想今年哈，对台南来讲哈，是非常辛苦的一年哈，包括好几次，不管是风灾，还有突然来的暴雨哈，都造成。我自己的区域好几个地方，今年一当一定淹差不多400有啊吼，上尾有淹400，所以对着遐民众来讲，伊拢感觉非常的艰苦吼。到底当时我们可以不要再淹水了吼，包括这个相片是大概2年前那一次的暴雨，我们去会刊的时候，整个泡在水里，到现在了2年后了，这个状况还是没有改善吼，而且有越来越严重的趋势，伫咱。文生里文献哦，292巷甲691巷吼，这个所在非常非常高淹水。当然，咱过去有提出一挂改善的方案吼，啊，唔过到即马，这个文献哦路面的水高吼，可能爱较紧做，较有好到来完成。公务局苏局长，我们到底文献路路面这一段的水沟，当时会当做，等下拢有够期待，嘛一直在问。即站吼。这个切糕吼会做较快，啊，已经设计好势啊吼，啊，阮第一遍已经有开标啊，但是流标啦吼。搁流标。嘿，阮下礼拜吼会第二次开标。搁另外一道开标，后礼拜搁另外一道开标。这个所在伫顶一道大淹水的时阵，当时是由水利局来做，结果听说发包了10次都没有发包出去吼，即马换着咱干部局来做，拜托局长，咱绝对爱想办法。可以当顺利发包完成，让这个工程会当较紧来做，
会当解决咱电风机的饮水的问题。局长，我们是不是下一个礼拜的这个发包吼，是不是局长这边要来打拼一下吼？这倒不当搁留标啊，因为今年我都动工，咱真烦恼。明年汛期前面没有办法做好的话，吼哪个一来，咱就搁烦恼啊。我们来努力。好，局长，这个部分要再加强哈，谢谢局长。搁看点吼，我们在文苑里哈，这个里可能打错了。文苑里在文贤路112巷一带哈，记得收在底基础。这个梅基台风的时候，可以看到他们住户从对楼顶翕来哈，规个差不多规条拢泡伫水内底哈。那我想这个文苑里这个地方是看下到伊临近伫即个北安抽水站吼，北安抽水站，即道出什么问题？局长，水利局局长。跟易座做一个报告，就是北安抽水站吼，因为以梅基台风一准哦，台电有断电停电，那所以因为我们的抽水机吼机组较老旧了，所以伊是爱水冷式诶，所以外电断电呢，会影响到抽水机的运作，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已经跟中央争取，要把这个抽水机组要做一个更新，明年全部换新吗？我们跟中央提报的是6000万，希望全部来换新，希望全部来换新哈。我想这个非常重要哈，未来不要再受到停电的影响，不要再因为停电，然后造成抽水站有一段时间没办法运作，一个海底咱遮侪民众诶厝拢。淹在水里底，我想这是非常严重。啊，搁看到吼，我想我们看到的这个地方吼，它是在文贤路112巷34弄吼这个地方，它的路口，我想那条水沟啊，我刚有去看哈，那水沟非常非常的孤，只有单侧的水沟，水沟也非常的浅，而它的路面第34弄的龙靠下都一直维持一个呆水位。我想就表示说排水有问题哈，整个地方都有，都一直附近的水都呈现一个呆水位，所以我想这个所在的排水系统嘛是爱你去检讨。除了咱北安抽水站每年机组换掉了后，未来未受到停电的影响，另外一个部分周边的排水系统，我们也要检讨。是不是有哪边有问题？我刚刚讲的12巷34弄这边的水沟侧沟，我想。需要去检讨一下，它长时间呈现呆水位，而且水沟很浅，是没够大条，因为一定做古啊，所以这个部分，局长，我想水利局、公务局这边都要共同来看看怎么去改善。接下来再看到我们成功里哈，北安路一段176巷，还有39弄、57弄，北安路一段372巷，中华北路二段252巷这一带。这一次梅基台风也是全部都泡在水里面，这个所在也是跟我们北安抽水站有关系，所以跟刚刚局长讲的那个因素也有关系，但是周边的排水系统，我想我们也争取了很久，明年我们是不是可以来做一个什么改善？跟易座这边报告一下，就是因为它最主要哈，它没有一个主要的雨水下水道的干管的向涵，那我们跟营建署争取哈，所以这个北安路这个 B 干线是我印象中3000多万已经核定了，是那我们现在正在设计，我有催办我们的主办的同仁看是不是下个月可以来挂进来接帮，所以来发包。经费已经有了，明年就来试做这个设计差不多了，明年就可以来动工，明年可以做好，汛期前。汛期前可能我们施工的时候，我们会因为它这个箱涵还蛮长的，大概有400-500公尺长，所以还需要交围，跟我们挖下去以后有可能有一些管线这个牵，我们会这个部分我们会全力先来邀集管线单位。还有交围这些问题我们会赶快来加紧来处理，那希望就是说能够加速来把它完工。是，谢谢局长，我想成功里这个地方是是其实也因为有抽水站其实改善很多，是但是有一些局部排水的问题，谢谢局长，我们听到明年在我们的争取之下，听到明年有这样子一个工程的施作，我们也期待可以真正的来解决我们这个成功里地方淹水的问题。但是我想工期不能拖，动作不能拖，希望能够尽快完成，能够尽快解决这个地方淹水的问题。那另外我们再来看到
包括我们的玉米里，玉米里很会淹水，大概是在临安路的二段91巷、成功路的600巷跟成功路的614巷，大概是这个范围里面，它是特别的容易淹水。那我想上面的两张照片是总共大概也是2年前到现在的会刊，当然过程当中我们有说一些改善，但是还是不够。是，所以针对这3条巷子的淹水，我想我们水利局这边、公务局这边也是要持续的来跟我们区公所来协调，看看说怎么做比较好，能够彻底的解决。跟一桌这边简单做一个说明，就是说事实上我们也赶快找顾问公司，因为他这主要是收集水路，是可能还不够完整，所以我们初步大概也顾问公司也检讨完，有一些部分要加大侧沟啦，是这些部分，那大概也有跟公务局跟公所这边密切的来联系，那希望就是说后续这些的收集水路这個、改善的这些工程能够加速来完成，加速完成。我想这个部分的淹水最近我们才又跟了公所跟水利局公务局都去现场会勘，那当然我们水利局这边有找了顾问公司，其实 有提出几个问题点大概在哪里，那我们是期待文德纳吹出来让他给你改管，是我们跟公务局这边水利局这边看怎么样跟区公所来配合，能够在明年能够有经费来解决这些相关淹水的问题，我想水利局嘛出一挂，公务局嘛出一挂，甲公所做伙来做吼，咱三个单位来检讨看咩啊做，咱每年的今年问题吹出来，每年一改甲改管。好，這個、局长这边、這個、这个部分我们会跟公务局做密切的联系，看不管是经费上还有工程的发包设计，我们加速。好，谢谢局长，我想文贤抽水站。这一次在美济台风的时候，它正常运作的情况之下，其实原来很会淹水的大河、大港、大丰有大幅的改善，但还是会淹水，还是会有，因为实在是雨下的很大，所以还是有淹水的情况。但比起好几年前，是莫拉克那个时候，已经是有相当的改善，但是我想。还是不够啦，对民众来讲，我们就希望说是一个不淹水的环境，咱会当尽量去做，包括台河、台港、台风哦，这个所在抽水站做好了有改善，不过周边有一挂水路，咱嘛是搁去甲做一挂研究，局部淹水的地方一一来排除。那北安抽水站哦，这次没有顺运作，有出了一点问题的情况之下，就造成附近大范围的淹水。就可以知道说抽水站这个功效其实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未来我们的抽水站绝对不能再发现任何的问题，有任何的闪失，一点都要进行来稳重啊，加上咱周边的排水系统一点都要一一来检讨来完善，我想让民众不要再淹水，我想这是咱的责任，也是咱应该来做的，所以这部分局长，我想水利局公务局都继续努力，希望能够让我们的区域不要再淹水，谢谢。在这里麻烦我们那个公务局长、水利局长请坐请坐，农业局长还有我们地震局长，他们都关系我们地方的基站建设，这个相片我就清彩拍拍的，那属实阮山区啦，也算冰山一角啦，冰山一角路那帮那帮属实咱嘛知影吼，原有的台南县啊，山区非常的多啦。事实咱要做袂完，但是咱爱用心来处理。哦，我右手边基隆啦，就是咱水利局含公务局，诶，做阮生活统一社区下底的大排放，包括道路已经完工啊，完工了后，但是前一阵啊，咱洪台目前发生的就是落安尼的状况。我倒手平，就是一般普遍性啦，阮山区所拄到的吼，所拄到的情形啊，小可落大雨，有当时啊连小雨嘛产生着安尼啦，啊，而且我拜托咱所有遮相关的啦，咱地震局也好，咱农地重划科遐，咱迄个农业局的农路，咱干部局咱的一般的道路咱水利局水路啦，有当咱咧做工程，咱咧做诶时阵，咱袂
边啊树刷、树刷、树刷好。可能我想我讲的吼，右手边枝红，有可能无伫咱的工期内底，吼、哦，咱的范围里面，但是一定超过外口。但是咱嘛是爱树刷好呢，无有当时啊，百姓嘛是爱问。问讲吼，啊，即咱干务局也好，咱水利局也好，遮相关的市府遮个局处做工程做甲哩哩落落，做甲哩哩落落，咱会骂人呢。所以有当时啊，咱也发生着迄种个问题，咱赶紧个，咱主办人员赶去巡巡看看，该抢修就爱抢修，该处理就处理。吼、哦、啊，上山区发生着迄种物件，非常非常个多啦，吼、哦，非常个多。直接我拜托着市长啦，吼、哦。那要做农路啦，像迄种农路吼，爱优先性来处理啦。我嘛知影每一条农路，台南市要做农路，非常的多啦，吼，非常的多。危险的，爱先抢修的，先抢修，先处理再处理啦。用较侪资源，放伫阮山区啦，阮少子化嘛真严重，阮山区少子化非常的严重，而且人口外流更加严重啦，更加严重。啊，遮尔严重的时阵，就是做事无方便啊，做事人吼，有当时啊要过啦吼，要小闪车，真正非常的危险啦吼。啊，拜托着咱农业局长，我一直强调啦吼，农路每一条歹拢需要做，但是咱爱分 A 级、B 级、C 级啊。A 级的吼，就是低级的，就是讲吼，这足危险的，会影响着农民处理非常危险的，咱爱优先来做，迄个虽薄来虽做呢。有当咱农路，我讲白吼，将农路明年要做的啦，爱明年甲我都来报，今年报，明年再看一遍，嗯啊，增效的局长，安尼唔好啦，即有当时啊改变就改变，你讲哦，地形地貌拢会改变是无唔对，但是咱将是十二月份啦，像像比如讲哦，将是落落一下雨的，落造成就安尼啦，你讲明年甲你来看，咱就咧慢一个月，慢两个月啊，哦局长，即有当时啊哦，咱的。政策要稍微改变一下，哦，安尼会使袂啦，局长。像安尼，我们就现在就开始哈，来启动明年度要做的。对啊，系啊，哦、我嘛知有阵明年吼，都像迄遮危险的，伊讲阿明年，另个讲阿明年，甲咱看，我感觉安尼嘛不对呢。好，你明年都预算，虽然准则今年都预算执行率一定百分之百啊，无法度有阵明年要用，你嘛是暂时看看，明年一月份。咱啊，庄务省通过了，咱马上来执行啦。好，安尼好唔好？好，好，好。我直接拜托吼相关的局处啦，吼，对着阮山区，吼啊，较用心的照顾者，这真正是冰山一角啦，要翕翕袂完，要介绍袂完啦。啊，我嘛无需要咧一直讲遮济，吼啊，麻烦大家，吼，谢谢。我跟大家探讨一下啦，吼，好了，要的，不是，再来，好了，来，这个是什么地方？这个是什么地方？大家注意看一下，我们看三十秒。财政局局长，这个是什么地方？我不知道，不知道。好，谢谢教育局长。这个是什么地方？抱歉，我看不出来。看不出来。嗯。好。看不出来。那新闻处的处长，你刚才有咧游山玩水，才到一个所在。你这游玩，我嘛看袂出来。你嘛看袂出来，这个所在有水无？哈、啊？看得到有水无？有一点仔难以判别，到底是什么款的情况？好，谁知道这个是在什么地方呢？举手一下。有奖，电视机一台，四十二寸的。谁知道哪个地方？你有钓鱼台啊？哪里可以来讲的？那是台中市，哎的柳川嘛。起电话你讲的对不对？哈啊，电视机是你故意的啊，讲了要准算啊。这个是台中市四十二村的，明仔载谁上到你办公室？台中市柳川，你看，
看到那像伫外国看偌水，搁一张，你看，做甲真好。你看到那像伫外国咧行的，无论是岸边啊、湖边啊，做甲真好。好，我不然看一张，再下一张，你看这個，过来，来，在上面坐台，谁知道？教育局局长，这是什么地方？是高雄的爱河吗？啊，高雄爱河，好，这部电视啦，所以你来。啊，那都无。我也不讲啦，啊，大家拢知影，内底两个电视高谈，发到倒打，啊，再来，再来，教育局局长，这对的。应该是高雄爱河之星，对，那个高雄爱河。他在他仁川、啊、在高雄爱河，这是他的夜景。是，好、哦，再来，高雄爱河之星，好，这个是什么的地方？那我们的经管局局长，这是什么地方？这好像是台南的安平运河啊。你看啦，咱的安平运河吧。嘿，对，咱的吧，有水无？啊，对吧？安尼参台中，好，请坐。安尼参台中。咱看过台中的仁川，咱看过高雄的爱河，来到倒转来咱台南市的运河，差别在哪里？文局长，你开始有咧出外，你也有咧考察，你也有咧看建设内外，你也有这样出咧出国咧看，啊，三个地方你都看了，我们台南市差别在哪里？文局局长，嗯，你跟他讲诶，你以前家开始有咧出外，观光局局长做假，伊也无咧出国去咧，你较真诶。我想的城市的美学有主观跟客观性啦，有什么差别？爱跟中当地的文化做结合啦，有什么差别啦？讲不出来。应该水，咱较歹，咱买讲一啦。啊，这个我想有一些。因有亮话，咱无亮话，买讲一啦。有什么差别？我是觉得人文是比较重要的。人文哦、喔，是，所以。观光别观光引导的代志，不是不是、啊，因为有很多人工的东西，当然很好，但是制造一个清水的环境也不错啦。好、啊、，OK， 是。我会记自我那开始，以老市长起来了，我第一当落来讲，但是运河是一个作人啊水作战的所在。你那坐在船啊为安平，听而为。西一林安平路来到中国城拍通，过去健康路，西去到新港西一林，近的。外海的所在，天河呢，西来港，西为安平港，西出去外口，会当西去到二仁溪，北会当西去到闸门溪，甚至到将军溪，卡去苦岛转来新港入来，内外拢会当做。你若惊讲我顶起来了？无够所在腹地，那我们地方法院的前面一个地，我们可以给它征收起来，变更为港户用地，从我底下停车也好，住那也好。近岛的在咱台南市设一人，远岛的外海设一人，近也会使，远也会使。遮所有拢全部好啊，拄啊差剩一刀，倒一刀。开小花钱来当改进。咱最近内底，无论是地检署也好，河川巡守队也好，环保局也好，市政府也好，对着河川的整治都非常的用心，也非常的尽力。所以咱整个河川的水流的整治已经非常的好啊，包括咸水溪，包括咸水溪大排，咱这个鱼啊已经当。就走，走去甲永安桥、沙巴拉、湖啊、岛啊、鱼啊，已经去到遐，来表示遐溪水的水质适合他们的生活环境。运河这个所在内底，水质较歹，拄啊剩中国城尔。我真个咧建议，甲市长讲，无你着伫咱的安尼桥啊，做一个水闸门啊，进咱的电动门啊，足紧嘛。那电灯起得足紧，电器一个，
一天两片楼，南楼开起来，科楼炸了落啊！哎，自然科楼炸了，伊个水就为健康路才出去啊！你免一个月，免五个、五二五届整个运落，清气淡淡，水当当，水质内底爱河是咩？参咱比啦，咱的是活水，爱河是那个死水呢？咱是活水，咱是循环水，那像咱厝里的溪池啊，循环用水，伊的先天条件比咱比较歹，咱无做，市长六年了，已经第七年啊，剩两档的机会，你是不是要留下台南市对你的印象？你改熟客，无做爸爸囡仔嘛是一个个鬼啊！熟客看卖，水闸门啊炸了，电机了炸了。开省钱，好哥哥。第二，量化，边仔咱伫只个运河所在，咱个用挂有量化，暗时啊加一个所在，反正所以阵就黄金卖话，啊啦无钱嘞要，咱个骨干怕痛呀，爱掠掠鬼，宝可梦啊，呼一大堆来堆来堆去啊，无所在去啊，没有啊，你若个量化一个了。暗时做加一个景观的所在，无论是观光的人潮也好，地方也好，发展也好，真正差偌济所在，想要干嘛？来咱台南市遮观光人潮多了一个去处，也多了一个观光的景点。啊，这种开小花钱，就会当留下历史，会当改变台南市的整个观光的所在，会当去熟客。尤其是上个月，咱台南市从咱台中的仁川回复上，柳川啊，我讲明说大门子，但他在二号在做的，他在夜景，过来过来夜景，这个免花钱啊，这个开几趴会了啊，开会顶顶的了，顶了看看阳光了，咱台南市爱河要做比这个水唔只，简单的代志尔，没有做啊，那你。交通、住宿、小吃，靠耶稣歌咏，我们差那么一点画龙，差一点点睛，顶点了了起来啊！因为这个那，这对咱来讲，这哪咱起来了，是站咱袂调呢。好，再回去到高雄、那个台中、柳川、台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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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有些所在呢，当像安呢，咸水溪。咸水溪两岸内底，前日较早市里边个酒农啊做我拍球的，安怎放死囡仔在农啊等的呀？佮咸整个的来源真拍算。咸水溪内底，咱会当来整理较像安尼，边啊呢，讲一个啊，汉水利局那边讲一下。哎、欸，这个所在真正好呢，免偌久就当完成像安尼啊，咱就比看人家好个所在，咱台南市嘛是有啊。咱台南市有咸水溪啊，嘿，有咱们溪，有二泉溪啊，咱嘛家己有溪啊，啊，咱无做啊，差一些花，可以思考看看啊。咱有所在，咱有位置，好、哦，咱有人潮，咱的交通环境便利性，我们的小吃，我们的观光，我们的住，有好山好水，有遐侪规矩啊。台南市是一个足好发展的所在，开小花钱会达到更加大的效果的所在。虽然咱资料讲阿济，哎，再稍微的加一把劲，也许会更好了，也许会更好，这值得我们去审视啦。那像呢，这三分钟内底，咱陈义珍议员佮最后一个起来，大家讲一下，哦，啊，就让你了。谢谢副议长哈，我想，哎，秘书长，你是哪里人？我是彰化。彰化人哈，那很厉害哈，马上就知道这个柳川哈，这个这么漂亮的一个水岸哈，其实它也才现在还没有开始正式开放哈，这是我们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哈，他刚好经过那边开放之后给我们。看跟我们分享说，原来台中的这个柳川已经变成这个样子了哈，觉得我们台南可以这样来做吗？其实我们目前也正在规划哈，正在设计竹溪，也是类似这样的一个做法，也是这样的做法，让民众可以到河清水里面去清水，可以有更清水的环境哈。那两个
跟柳川也是同一个顾问公司，也是同一个公司哈，所以也会打造台南的另一个水岸的景观哈。那我想我跟林志聪议员哈，一开始看到这个照片，我们都不约而同猜说这个好像是韩国的清溪川哈。那我想我们都期待说，台南。我们运河很漂亮，包括我们的盐水溪堤岸等等，我们也期待我们的水岸，这些水岸都能够有更好的景观，不仅是让民众可以参观以外，可以有更好的亲水环境，可以就近去亲近我们这些水域，我想这个是非常的重要。那局长、秘书长说现在在规划，那我们预计多久我们台南可以看到、类似像韩国的清溪川或者是像台中的柳川这样子的环境？是，它已经目前我们类似这样的一个做法，水岸的环境哈，清水的空间已经在设计接近完成的阶段，那经费也大概大致上都到位，所以预计在明年就可以来做发包跟施工。哦，明年就可以发包施工哈，那预计多久可以完成？详细的部分我是不是请彭局长来跟您做说明？好，谢谢秘书长。做一个简单的说明，就是我们竹溪整个水岸环境的改造分成左岸跟右岸，是，那这部分呢都已经全部整体在做设计，是，那么我们预计明年开始陆陆续续来发包，那预计大概107年大概就可以有一个比较完整的呈现，那可以107年就可以开放让民众来清水，我们朝这个目标来努力。哦，我想要尽快，我想是现在已经105年的年底了，是是是，我想明年一整年的时间到了，预计后年可以看到，我们期待后年这个水岸的环境一定要尽快的来完成，让整个台南增加一个观光的一个亮点，也让我们所有的市民可以更加的亲近我们的水域，我们的环境的，我想我们局长这边一定要加快脚步，谢谢局长。那谢谢主席，那今天我跟林志聪议员、郭信良副议长，我们的市政总咨询就到这边，谢谢大家，谢谢。好的，好，那我们最后，市长说要针对我们副议长跟两位议员的咨询做个简单的。好，感谢三位议员哦，大概1分钟就好了。好，第一个就是新南向是国家的重大政策，台南市政府呢也会好好因应，原则上是能够有双向的利益。不仅仅是协助台商到新南向国家投资，那我们也希望新南向国家的民众可以来台南旅游，来台南就读。那在这样大目标之下呢，台南市政府有这个新南向的推动小组，会邀请市政府以外还有台南市各界共同参加、共同推动啊，这是一个比较属于上位的组织。那第二个呢，明年呢，我们也会带台南的各大学，然后到新南向的国家去招生，那把中央的就是说优惠政策啊，把它整合到每个学校的招生的这个方案里面。那另外一个的话呢，我们也在积极的推动我们这个穆斯林友善的餐厅、友善的旅馆，那方便呢我们欢迎这个新南向国家穆斯林的朋友来到台南旅游。那第二个呢，像台中柳川或是韩国仁川，我们的确也选择了一条比较适合的，就是竹溪，因为盐水溪恐怕是不适合，因为它是行水区，如果台风来的话，大概都冲掉了。那如果即便坐在盐水溪可以的话呢，效益也不大，所以我们选择在走过台南市都市范围内的竹溪的。好，刚刚李秘书长跟彭局长已经跟你们报告，因为这个已经规划大概好几年了。经费呢是在蔡英文总统就职之后，行政院大力支持，所以这个方案都定案了，经费也已经有了，明年就可以发包。那第三个是运河，运河刚刚郭副议长指教了，其实运河的 BOT 案已经标出去了，那最近我已经跟厂商看过他们的简报，原则上大概会是全线，就像郭副议长所说的，它是一个全线大概8到10公里的这个这个旅游的这个路线这个大概都已经做出来了。那之前郭副议长指教了那一个方式，我们市政府还是很重视，有请教过专家，那专家并没有一致性的支持，认为那样的水闸门对台南市运河的净水功能会可以发生作用，所以后来我们保留，我们改用截流的方式来处理。好，以上简单说明，谢谢。好，谢谢我们郭副议长、林志聪议员、陈怡珍议员所做的市政
总执行，也谢谢我们赖清德市长率领市府团队的列席，更感谢我们新闻媒体好朋友的采访，以及本会各位同仁的辛苦。今天我们上午的议程到此结束，下午1:30继续来进行联席审查106年度地方总预算暨护士单位预算案。谢谢大家。